好大声！直包是要哪下载啊？去下载地图档，下载地图档，然后把直包拉出来。是写冠军之船吗 ？No bad boat。看一下哦，它会有什么？它会写什么？能力吗？感觉好像不会，就是 skin 而已。对啊，这个应该是船的 skin 而已，应该是没差。哦，只是看你爽而已，是不是？对啊，应该是吧。游轮船，卡丁船，这个 sunset 有点帅啊，sunset 有点太嗨了。圣诞船，那我要选 ghost 船，日落船。我看一下，有，我看到了，都上线了。哇！你们都选了，我看你们选什么？感谢一堆皇家，那我要选。不要撞哦，不要撞哦！哎，我要选圣诞，好，那我选圣诞船。哎，我选这一艘好了。你这样子看会有，你这样可以看到它那个船底下有那个图案。你这样看的话可以看到图案，它船里面有图案。哎，真的耶！船里面有图案。你换一张，我要那个。到底是选哪一个啦？选圣诞船哦。你们现在在吃？哎，我已经点过了。船吗？在挑船呢。一二三四五，还没有都登录哦。这一招是我的，还在路上，还在路上。上海，我已经点过这个了。这一招是我的。那这招是我的。坐在里面。大家都突然可以钻进去。明天要玩赛船大赛。居然。好了，我失线了。哎，我断线了，我也断线了。那个飞行是不是要打开啊？那个飞行那个……啊，算了，我就选这个了。怎么有一艘船被巧克力踢出去了？飞行设定要打开。对，飞行设定。我昨天试完没有开也可以玩。哎，那我们先测试一次吧。有三个人没断啊？还是？对啊。嗯。还是要开？还是？哦。1.9.2。不赖了，在路上，在路上，还是你们刚刚有人用外挂？哦哦哦哦，原来如此啊！好像很有道理。用那一招让你自己赢呢？太作弊了！可以这样子？耶！我登入游戏了。我一进去就说失败，真的啊？那我重开，我开启那个。那你就定了。那你他说没有什么fly，那个就是没有飞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你现在看的话，你的下面的阴影是圆形的，这很不正常吧？麦克出现圆形的，可能现在那个是展示船吧，飘就浮空的，对，没有站在船上被当成飞。你现在看你自己的阴影，你现在看你的脚下。难怪我一坐到船里面就宕机哦。对，哎呀，登入中，登入中，可以重开？我登，你重开是不是？所以进不去是不是？啊，等一下，我卡在登入中。先重开。里面有人吗？应该我还没进去。没有啊，里面应该是没人吧？那进不去吧？哦，会卡在登录中哎。我先试录个音。好，你在煮饭的时候，你那个水是放那个水，只要超过那个米多一个指节就可以了。你放更多水会变粥是正常的。无限水源。好了吗？可以登了吗？我在登录中，而且登录好久、哦。我在登录中、欸，登录中，这不是只有我问题哦。我还在 ping， 我也是登录中。对啊，他写 ping 哎、欸。对啊 ，ping 是什么意思啊？好奇怪哦，找不到，马上就没玩过了。他的材质包反而变怪了。昨天我自己测都没事。哦，他有材质包哦。他的材质包在地图那件里面。如果要进入伺服器的话，你就要把他地图。他是没有看到苦力帕的头像哦，哪里没画面的？拉出来就登录中没？材质包草，怎么一直登录中？继续怎么一直登录中？可恶！登录中，不用感谢你走呢。一直登录中，咚咚咚！我设我这边检查看看。好，你的船爆了。对啊，我们船怎么了？我们船马上被玩坏，出现问题啊！还没玩就玩坏了。就告诉你不要选那一艘，有问题的都会闹鬼。你先闹鬼，而且为什么旁边有那个？因为已经第三季啦。我们这个第三季不要抢。那个 My Quiet Tuesday 今年已经迈入第三季了，所以又改了，会改两张地图会换掉。分别是歼灭攻城战和天空突袭，前面两张会换掉。阿基不要难过。
没关系，那个歼灭工程站会被拿去当做什么 PK 地图吗？对不对？没关系啊，反正歼灭工程站被玩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那个又改版了、啊，歼灭工程又改版了，又大改版上来了，变成五打五的那个五打五的神奇机制。所以有什么什么材质包吗？我没有看到哎、欸，是要去下载地图档？对，在地图档里面。好了，可以了。在地图档里面，如果连不了重开一下游戏就可以。有一个网址可以贴给我吗？在 RC 里已经第三人称暗黑钮超难、欸。再贴一次，你有太好了，我再贴一次。谢了，我再啊，谢了，太好了，人真好，有了。嘿嘿，要装备哦。对不起，你们在干嘛？冷静一下，打架。请冷静。哦，可以上来这里。这是什么？我载个材质包。你们都好了吗？可以了吗？等一下，这个还没出现，我还没进去。好了。那艘船，出来了。哦，出来了。按那个。你抽到我的船了，那艘是我的。那真可见走内。哦，那艘是我的。这是我的。我现在要等。可恶。欸、为什么坐我后面啊？是松人的吗？那我要选 Evo， 而且这边才六艘船，我们有八个人呢、欸，一定会重复哦。哦，是哦。你们还共存呢、欸？我的。好啦，欸、超重啦！来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武秋风，今天要来 My Quiet Tuesday。不要再跳了。这个现在是 My Quiet Tuesday 第三季哦，所以又换地图了。那本来今天是玩那个上一季是玩歼灭工程站，这一集就改成赛船大赛。丢丢，吵死了！丢丢，吵死了你们！丢这一张地图呢是 1.9.2 的版本，那目前还没有中文化。哎，我讲这一句话，大家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大概明天就会有人说我们中文化好了，叫你看这样子。问题是这只玩三次。神通广大的粉丝们，不怕们，那个靠你们了。走他。那我们来吧。那个，这些告诉牌在写什么鬼？哎，欢迎来到 Iceborne Madness 冰川地图。大家碰撞，大家在互相碰撞。来，谁英文最好？来，你啊！我有疯狂冰川，没错。冒险冰船 ，Madness， 他可以疯狂冰船，这是一个、啊、冰船狂热好了，多人比赛地图，我们还会撞来撞去、欸，当然、啊，让你跟其他人 PK， 代表别人太胖了，不要打我啊！哦哦，谁？巧克力，打他！不要挡住我们看告示牌。他说这个游戏是要在冰上面滑行，然后就。它灵感来源是那个马里奥卡丁车，对。OK， 那希望我们差不多是这样。快对。然后 1.9.2 最多可以八个人一同游玩，嗯，而且最佳是八个人啊，可以多人到八个人这里。那是第一。然后这两个按钮是什么？就是材质包测试。对，测试第一个是玩材质包。不行，我调声音。音乐，音乐，音乐。太大声了！太大了！好险，我还没放材质包啊！关了。吓死了！太大声了！材质包测试。材质包测试。它还有这边呢，这边是那个讯息。Information， 啊哈。对，提示讯息。那我们到后面来吧，后面应该是选地图了吧？这边选地图。别再跳了！哇，按个材质包就……哎，我还没有介绍一下今天的八位参赛者，对不对？对啊，这个是谁啊？哦，有了！哎，怎么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加进来了？这是谁？你们是否有人泄露 IP 了呢？哦，有人泄露 IP 哦，粉丝那个粉丝是把所有去行实况台跟 YouTube 叫做 VSSHE 的干掉，泄露了，真是的，是不是开白名单好了？他说是你的。哎哎、欸欸，有可能是哎谁、欸、派来的哦？哎、欸，这么用心哦？哎哎，那先介绍一下今天的成员好了。欸、那个 Tape 由上到下、啊、来介绍一下。
哎、欸欸，我常常第一个、欸。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特白。哎、欸，我很少讲一些宣言，可是哎、欸，我跟你们说，我还蛮喜欢玩赛车游戏的哦。今天我应该是冠军候选之一哦。哎呦，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哇哦，输了你就尴尬了。哎呀，输了就丑了。对啊。等下就是他被针对的意思吗？汪汪汪汪来一下，汪汪换你了。好，那就我就是汪汪，然后。我要先跟巧克白讲一下，赛船跟赛车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可能会晕哦，我觉得非常晕哦。我也很喜欢玩赛车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会晕哦，真的。我先跟巧克力讲一下啊，开赛就在那边呛哦。那巧克力啊，换你哦。啊，我觉得我昨天微微小小试玩过，我非常有自信可以拿到最后一名。真假的，超难的，好不好？这游戏烂透了。真假的，你都有试完？到了。雾心来啊，雾心来，看你。划船哦，我很少玩划船诶，不晓得，应该会跟人家同在。没有在场的人应该都没有划船的经验吧？没划过。换我的时候，我就要讲说，你们这些嫩逼。哇哇，先打一下，等一下就是你被针对。我跟你讲，划船我也不行，那就让小克白赢啦、啊！恭喜第一届冠军小克白，谢谢耶！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你现在想要跟我讲说你要现在离开去玩斗阵是不是？风破换你了，风破换你了，没有就没怎么碰过这个啊，不过应该是蛮有趣的吧？他这个会有那个对玩家针对这样子吗？道具什么？好像有，我不晓得，我刚在那边已经看到了，我刚在那边看到了。话说啊，那个因为鬼鬼跟刚刚的 fans 进来，右边的计算怪怪的，要不要整个砍掉重开啊？还是你有不了解？还有不了解？你现在有设白名单了是不是？设白名单吗？你现在是白色的哦。没关系，先介绍完好了。那个哈记，哈记。哎、okay ，大家好，我是哈记。我其实之前有划过船啊。我去花莲划过的木舟都算吗？我不是说玩这个。有。你这是在现充吗？你这个现充，好羡慕啊！现充。哎、欸，为什么打不到他了？因为他自己设那个创造了。可恶！那个纸片。我是纸片啊！今天大家哎、欸，不要每次都搞这种梗。好了，你要怎样？好了，被你打断，不想讲了，我们直接开始吧。好啊，从开始啊，你要从开始吗？很难过，从开始重开一下，先要把分分析移动分卷。好，耶 ，Super Klaus， 游戏还没有开始玩，就已经重开了好几次。没办法啊，有人来乱就会一直重开。你们观众要来乱，我们只好一直重开，所以我们就要两小时的重开 play。两小时的重开 GIF 档吗？重开 GIF 吗？好想要把马里奥赛车的音效拿来用，可是我觉得一定会被告，所以不行。他应该就是了吧？感觉蛮像的。任天堂的，没有任天堂的 BGM，、啊、只要是马里奥的，绝对不要想用，一定被告。真的哦，绝对会有第三方问题，然后说不定就被检举。没有盈利的话就不会被告了，但是如果到影片上的话就会被告了。你大概用在 N64以那个 N64就已经是极限了，不会有问题，之后的就会有问题了。你可以用那个啦GBA 版本的啦。哦，你说那个超级马里奥世界吗？对啊，对啊 ，GBN 版本的就好了，那不是赛车啊。没有啊 ，GBA 也有马里奥赛车啊。不用啊，那我就只用音速小子就好了、啊。上线，音速小子也竞速的啊，为什么我非得要用马里奥的？因为音速小子跟马里奥不是同一家公司啊。音速小子跟马里奥有同台过哎、欸。等一下，是我的错觉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变得好恶心哦，这是乌贼吗？那个是守卫啊，对，然后他身上有乌贼的 skin， 先偷袭，好丑哦，有啊，选这个好了，好了，现在我们要选地图了吗？是不是？那个船要选船是吧？我的船，你选，在你们聊天的过程中啊，哎呀，早就被我抢走了，没有啊，那个东西会重复的啦，地图随便选吗？地图在哪里？哪里有地图？这个吗？这样只有三个，这是地图吗？你给我介绍一下，这边这个是 challenge 吧，这是挑战吧？就是，当然是这个啊！哎，三回，我直接开始吗？直接开始吗？哎，居然，哎，我还在骗你，我还没有玩过这个呢，我还没有玩过划船呢。二一，要开始了，你们用很简单的开始。黄生左滑，黄生左滑。哇，怎么活这么快？太阳挡住了。
走开啦，球哥走开，卡住了是不是？你说第三人称第一人称滑、啊那我要当主播了，第一人称啊，当然是第一人称。哇，好难哦！你不是最难的，直接来玩最难的、哦，好难哦！哎，很多了，效果，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哎，什么？好难哦，好难哦！我们有赛了吗？我卡住了，谁在第一个？哎，你们已经开赛了吗？谁怎么已经开赛了？谁是在排位？没，我还在主世界。怎么了？我在主世界。他主世界，等一下，你没有选船吗？好难哦。那就是你没有选船啊。不，我刚进来，我刚进来，我要关掉。啊，太难了吧？哎，为什么刚刚没进来哦？所以我们没有，我刚刚在让大家熟悉一下嘛，大家不要紧张好不好？刚刚还在 P， 你怎么在这边？我快死了，我快死了！哎，我看到有人超过我，超难的，好难的哟。而且还可以不要坐在船上哦。什么叫不要坐在船上啊？哦，可是我还可以用走的，还可以下来。好滑啊！天啊！居然什么音效？什么音效？好可怕哦！下去了，那掉到岩浆。好险没撞到！你看到岩浆够难滑的，掉岩浆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掉岩浆会死掉，然后会传送到上面。哦，你就知道。哇，好难！知道啦，而且好吵，进不去啊！走开！几片？耶，进来了，室友！什么？什么鬼？怎么下船了？哦，怎么了？脱了。我怎么下船了？我看到你们嘞，你们人在哪里？他有时候下船啊，奇怪。不要紧，我来介绍道具好了。是有道具介绍哎。下来下来，这边呢？有可能啊！掉下掉下！等一下，我第一滑下去了，差点跟你们掉了，好可惜哦。等一下，我是滑错边了，我感觉我好像滑错边了。滑错边，哇，这蛮准。哇，重滑真的很惨哎。天黑请闭眼哦。玩错游戏！哎呀，摔下去了！你等下就知道了，烧死了！好难哦，走开，不要撞我！哎，真的，走开！我跟大家讲，我跟各位观众讲，真的非常难滑。下船就下船，不要撞我！我有机在这了！哎，看不到路，看不到，搞错了吧？我们机挡住了！这搞错什么？为什么我看到前面有船？为什么卡住了？为什么过不去？秋风，你怎么在用走的？我没有啊，我在船上啊。真的，我显示。哦，绕一圈了，什么鬼啊？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新效果了，新效果。我被，稍微，被恶心了，舒服。僵尸啊！被恶心了，可恶！走错路了。二十，总觉得好乱七八糟，天哪！怎么那么黑啊？走开啊！不太会游这个。全不知道大家的那个这种方法。怎么发生什么事？那里爆炸！我这是什么啊？哦！哎，怎么了？我们中毒了！可恶！到底有没有人滑一圈结束了？一堆负面效果啊！天啊！不好意思啊！可是我们现在都显示零呢。那好像是要结束的时候才会有分数。是哦。大师，怎么卡着？我跑到第二圈了。你们有人到第二圈吗？我不知道，好像有哎。到底第二圈了？有第二圈的，第二圈的。有他哈基了，哈基走开啊！掉圈，掉下去了。我已经很久没遇到人了。你忘在前面，大风暴，我已经挡在这里干嘛？你不要挡路。是哪里啊？正华吗？我用下船攻啊！呜，到底要往哪里走？下船走好像比较快哦。不要用那样子的。正华会往那个哎，万一啊，我会忘记哪一边是正面哎。对，哪边才是正面？他应该要表示一下哦。还没有表示啊，这个真的超难的啊！啊，又摔下去了，好难啊！你看哪边是正面啊？这好难哦！差点死掉啊！我看到人了，你完了，拜拜！喂，垃圾哦！半格血是怎样啊？你在做什么事情？等等，这边是不是？啊，好难滑，垃圾哎！怎么了？要下去了！走，好难滑，好难滑，要，好难的，喵的！为什么一直打雷啊？雷打！哎，谁啊？往哪边走啊？这边是死路吗？好难滑，这是哪里啊？这要怎么走？下船会扣血，我不能用走的。
欸、真的不是啊，这里是哪里啊、嗯、我怎么走到一个没有路的地方？有有，我第三圈了。哎呦，看到看到，哎呀，到底哪边是铁圈？三伟，哎，哈记要往哪边走啊？哈记，哎，我往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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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哦。好，这不是好累啊，好累啊。后面后面不是这边，可是那边没路啊。那没路，对啊，没路啊，真的好难控，没路，骗我。为什么看晕台这？哦呦，他是看其他人都怪怪的吗？哎、欸，我只能说真的非常难控制哎、欸，而且他会走错路，你之前还难控制。一个季节，等下没有路啦、啊，怎么会没有路？哎、欸，好晕哦、喔，好晕哦、喔，哎、欸，我拿走了，我能理解哦。你怎么弄啊？怎么回事啊？不要掉下来了。纸片，就卡在这个地方，没有路了吧？我看到雾气，还是说，还是说那边只是要往回走？对啊，我、哦、要往回走的意思哦。哦，我以为绕一圈嘞。往回走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没路的时候就往回走啊？没有，有这种事啊？不是吗？我没看到路啊，因为没路啦、啊，就往回走啊，不是吗？而且我卡在冰山里。哎呀，岩浆，下去。各种可恶可恶，好难好难懂啊！第一场测试一下。哦，我都拉不住了，我终于第二圈了，天哪！奇怪，这两个人烧起来了，是干嘛、啊？好好难，会好难会歪。那个我不想听各位观众在那边 beat， 你们自己下载来玩，超级难滑，超级难。你真没有玩过，不要跟我。哦，跟我在那边滑那种。好难哦！不要跟我在那边比，现在超凶的。哇，你瞬间就可以知道地图怎么走哎、欸，观众。然后说是我往回走，超厉害的。高明就走对了，我只不知道往回走而已。哦，哎，我的船。不要再扣了，我在半格了。滑慢一点，我这里我找不到路。好难哦。哦，要绕一圈，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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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呜呜。路嘞？哎、欸，怎么那么多人啊？哎、欸，怎么那么多人啊？哦，这里，这里，这里啊！哈、啊，这才第一圈哦！天哪！而且我要怎么使用他的道具啊？我终于看到了，我的道具要怎么使用？恭喜恭喜！我就可以抵达了，为什么要恶心的？不要再啊！谁船炸了？我好掉下去了 ！Fuck you！ 谁在那边恶心效果啊？哎呀！这样才第二圈呢！天哪！哎，大姐，干嘛啦？啊，是要往哪走？快啦！赶快跑完了，我们这一圈。赶快结束好不好？啊，这样去了，可恶！测试快点结束了好不好？这不选简单的地图，怎么选那么难的？啊，我的船、欸！你打我的船干嘛？把我打走？没有看到终点就在眼前了，莫名其妙。到底是什么东东啊？这个？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498，好想吐！死了！在六十秒结束没？怎么结束了？在六十秒，在六十秒就结束了。所以是三圈是不是？三圈，三圈。你跑三圈好屌哦！哎、欸，我们连赛道都不知道，我在这边卡了好久、哦。不愧是偷玩的男人啊！可恶！对啊，都是偷玩的。不记啊！偷玩的男人啊！偷玩的男人，好难哦那个。你觉得这个跟偷吃差不多啊？到了。有啊，他记得到啊。哇！怎么有人直接走下去？好贱哦！这个路好怪哦，好难玩哦。选这关太难了吧？怎么都没有用啊！对啊，对啊，那积分板到底可以干嘛、啊？那个 points 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啊，那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说会有用吗？我们积分板都没有用。等一下这关结束你就知道了。谁在那边烧烧啊？我要找到最后是不是？对啊。哦，结束了，结束。One Racing Point， 哦，你走出来第一名，你走出来零分，巧克板尴尬，怎么零分？没有第三名。巧克板，你到底选好船了没？我刚刚是还在骗你们就开始了啦。哦，原来如此。对嘛，这一场是实验。对啊，对啊，所以巧克力不算赢嘛，因为人没进来。对啊。让你一下而已。对啊，你确定到时候你还可以约得到人来玩这个地图吗？我不想约，可以、啊。哎、欸，这边有道具介绍、欸，哎，这边。哪里？这边有道具介绍，刚刚看过了。
好啊，人在哪里？地图全部都跑完了。哇哇，太多了吧？道具介绍，这个没用道具。到底那个要怎么使用它？有些是不用按吗？他好像踩到就只会就用的样子。他踩一碰到就用了吧？这个 power up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会有作用吗、啊？这些是地图是不是？这些全部都是地图是不是？这些应该是开关，这些是开关。一二三四，哦，你那边有六张地图吗？那边有六张地图，对。哦。哦，这个就是他的那个，你在用效果对不对？谁按？哎呀，这个是什么？哦，为什么要选最难？怎么又开始了？竞技场模式。竞技场模式。哦，这么快就干嘛？你们到底是谁在按啊？天哪！这个要干嘛？谁按那个乌贼啊？分数是累计的，累计的，把那个按掉了。六分哎、欸，直接拿六分哎、欸！哇！哎、欸，我被卡住了、欸，你那要清掉分数。那有一个关掉了。Point 把哎，这边有一个 reset 啊，要吗？不要，我们清掉一下这个。哎、欸，巧克力可以帮我清掉清，给我创造吗？我卡住了。你卡住了？对啊，还是帮我 TP 一下。那这几个按钮，这三个按钮是做什么的？不行，我觉得这个要等到我们都了解怎么玩竞速模式之后才会好玩。到底这个结束没有？这个到底要持续多久？可以关掉啊！可以关掉。没用的，至少再重按一次会不会有效果啊？我刚跑去一个小木屋，然后它有一个按钮，按下去之后就下乌贼雨。哇！超雷，最雷的雷，地超雷的雷。我觉得这三个按钮是做什么的？这不能怪我啊！这他地图没有怪谁啊？恶心效果，不要再按了，不要再按了，这是致盲效果。哦，这个 shifting feel 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可以按一下试看看吗？欸、我把乌贼雨关掉。哎、欸，这是让我们试验吧？谁在打我啊？你不要在那边打人好不好，纸片。No， 这是永久恶心效果。永久恶心效果，开始乱打人了。屁啦，你们觉得你自己手管不住？不要用任何效果，好不好？谁在按的？为什么悟星会有白白的？啊？对啊，为什么？为什么身上会有发光效果？可能是因为刚刚他冠军的关系吧。分数怎么被洗掉了？被按掉了吧？掉了，我们要重新开始。对啊，这个没有人，有人没进去啊。刚刚有人没先选船，大家真的都选船了。船它目前应该是你刚选到的吧？赶快选船啊，要不然等一下再选一次好不好？大家先选船，耶！确保你都有按到船，耶！好了，选好了，不要再跳了，我们要开始喽。好，我们先选第一张 easy 的好不好？好，原来还有 easy 的地图哦，最难都玩过，简单的应该蛮好玩的。好了，要开始喽。哦，上船。OK， 可不可以上别人的船啊？不行啊！哇，这音乐好开心哦。哦。好快乐的音乐！走啊！我天哪，超级滑，这怎么回事？超滑的，我失控了，我被撞到旁边了，可恶！你们这些人，巧克力走开，你屁股！哎，你们真的滑得很快，超滑的，好滑，咕溜咕溜的，咕溜咕溜，哇！你们真的，我说你死你啊，出去吧你！想象自己是企鹅在滑冰，咕噜咕噜。走开啊！你们先停下来，不要把我撞到，可恶！哇，哎，我撞死你了！呜、哎，那是谁？要不要超了？哎、欸，等一下，那是往那边走。哎、欸，卡住了，卡住了，上草了。哎哎，我看到有个东西飞回去了，是什么？巧克力怎么撞在那边啊？不要！巧克力，你们怎么撞在那边？那是显示问题吧？谁啊？在船啊？哎呀！地雷了，可恶！那个船为什么会爆炸？你放的吗？我吃的，我吃到的。为什么有绿船在路上？
谁撞我？我有，这个甩尾，这个甩尾，撞你啊！我被撞到，可恶！我来了，吃草，吃草慢好。我怎么中毒了？哎，又来了，中毒了！干嘛？不要乱吃东西了！哎，猪王，猪王，猪王，什么猪王？亚美罗，亚美罗，不知道在哪了。我真的好难调哦，天哪！现在垃圾量巧克力第一名是不是？垃圾第一啊！我刚被致盲了。哇哦！哦，超滑的！怎么开啊？超滑的！快慢一点呢，你！超滑的！掉！打肚子了！你真的好会划船哦！我发现了。我就说我去那花莲划船，又是这个。哎，你又划的垃圾。哎，这谁啊？走下来走路是谁啊？怎么看到一堆人下来走路，好奇怪哦！显示我看到有人船跟丢了，就下来走路了。中毒！我中毒干嘛啦？我要去吃这个。没吃到。没吃到不吃了。好毒哦！哦。不要现在，不要逆向滑行，不要逆向滑行。是左板是不是？这是什么草？还逆向的，那是谁的错？辨别前后。我看到一堆人要走的，下来走路啊。那应该是显示错了吧？巧克力第二，哦，超难。五星第三，我第四哎。你们到底怎么看的啊？旁边啊，旁边。哦，旁边有显示哦，旁边那个只是提示显示。难怪我觉得我怎么那么低？挤到旁边 ，no！ 可恶，可恶。真的吗？哇，你好会滑，天哪！重新慢慢来，慢慢来。我已经看不到别人的车尾灯了。可是好强啊！他进去了，三尾。为什么右边看的是雾镜？没有，我看他自己啊。他自己啊，他自己也有。显示错误，我也是看他自己。他是跟雾镜同分了，哦，都到了是不是？好像到了。天哪！这是莫名其妙的游戏啊！滑，好可爱啊！巧克力你到了吗？我到了，这有神秘东西耶！我第三名。这有个神秘跳台耶！啊！可恶，被炸到了！这有神秘跳台耶！可以飞起来吗？真假的？飞起来耶！有可以飞起来的点。我一开始爬啊，滑太烂了，不行，我走错边了，不然我应该更前面一点。哦，原来可以这样。我就当练习，是18秒。谁自盲了？不要太晕了。哦天哪，好晕哦！妈呀！好可爱哦，所以这里还有跳的，好酷哦！我沿路跟着你们看。哦，快到终点了！我大概知道怎么，好像知道怎么。差一点点就到终点了。还是熟悉他，有点不习惯。哪知道走错路，可惜耶，好可惜哦，还是很不习惯。跟你们一样都一分。迪士尼没人权啊！迪士尼没人权。参加奖一分，参加一分一分还可以，还可以。好，继续继续。我觉得那个开玩笑，第三人称比较好玩哦。好 ，normal 的再玩一场 ，normal 上传。为什么在最后面？这还是同样一张地图啊，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啊。对啊，第三人称比较好滑。哇，好滑太多了！哇，好难哦！第三人称啊，太好了，超级难控制的。不行，我要用第一人称。不用第一人称，这个走开！这关好大哦！哦，要卡住了，走开！哇，一直撞到纸片。修！有！哦，动线不佳，我更不知道往哪里走。对，我刚刚就说，这个掉下去吗？动线不佳，我偏要穿这个小缝。我卡到旁边了。为什么会卡住？他好像走到了。会掉下去，要小心。我撞到雾星了。我掉下去了。
哦，你们好会哦！天哪，中毒了，中毒了！巧克力，巧克力拆后面了，巧克力拆后面，柚子鸡，我刚刚掉下去啦！所以你现在落后了是不是？对啊，好棒哦！欸、超滑的耶，这好难控制，好难哦！这个门要怎么走？哦、超难的，难的之后，难的跟英语真的差很多哎，还可以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推你，哎、欸，我可以了，卡在这里。你看这么溜的样子哦！走开，走开，走开！是谁？一小一小。啊！我要飞出去了。哎、貌似有捷径。真的吗？貌似有捷径。好像有捷径哎、欸！小哥白。啊？哪里有捷径？有，好像有刚刚那个。貌似而已。对，貌似。我连这个都进门都过不太去。屁啊！这要冲过去！我、哦、靠！差点，差点。哦，为什么我会炸？为什么？为什么？关我屁事哦！怎么了？怎么了？怎么打雷了？我说我被炸，我被炸，算是没损失了。出去就不行了，好难走，怎么走？要怎么走啊？我被炸，一直影响我。哦，差点碰死。哦，好晕啊！居然有路径啊！好晕，有一个，有一个，啊！是什么鬼？是什么鬼？智盲啊！可恶！哇，智囊在地上，真的好可怕哦，完全看不到。好晕哦，好晕哦！我被撞下去了，怎么跳回底下来？地震？哪边呢？哪边呢？哎，可是跳下来之后，不知道哪边是要继续走的啊？不是这里，走错了。哎，你们下来一个之后就回不去了哎。那赶快扔东西啊！居然哎，真的有捷径啦！超猛！小木板一直在发现捷径。对，哪里？我已经第二圈了。超猛！你第二圈了，我现在还卡在第一圈呢，还卡在门那里。哇，谁的鸡？哎呦，哎，为什么鸡哦？有鸡啊！超猛！我看到一哎呦，可恶，满地的鸡，一大堆。我 1.9 改版之后还没有划过船呢，你们。我也是啊，都已经1.1、1.10了，好吗？卡住了。好吵！凋零了，突然安静了，好棒啊！没有，凋零了，大家就安静了。大师，这个竟然是这样子哦，过不去哎。这里要小心！哎哎，哦，不要卡这里！哎呀，不要超越我，走开啊！走开！走掉，走进去了。而且那个一下，又出去了，又摔下去了。不要那个就好，不要那个就好。我摔下去了，我要摔下去了。哎 ，no！哎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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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边什么？不要去了 ！no， 跟你一起。爽啊！刚真的有发现，刚刚那个不晓得是什么哎、欸，超多人，大家怎么都在这等我超车吗？对啊，你们已经领先我一圈了。哦，闪电可恶！你们已经领先我一圈了，好像是哦。那是我谁射弓箭啊？我完全就卡在这啊，我完全过不去哎、欸。这到底是发什么了？果然是我手指都有射箭的。对啊，果然是接近啊、哦，我被雷击，我被打下来了。我完全没办法往前进哎、欸。啊，中了第二圈了！哦，好烦哦，中毒好讨厌哦，超讨厌的，不要放弃，超讨厌的，真的有捷径，换地狱！啊，智盲，智盲，智盲！你知道智盲还会连自己一起智盲吗？好烦哦！而且没有掉下去的，差点就要死了！哦哦，中毒中毒！巧克力第一名哎，真的假的？我刚刚摔死两次。我不止已经不止两次了，我大家都有摔过几次吧？好晕哦，好晕哦！为什么我的会这么滑？你们的不是也很滑吗？很滑，但是要一直甩尾啊！哦，那雷击好恐怖哦！哦，好像卡住了，不然掉下去了。懂得甩尾，又晕了，又晕了！这个地方我都滑不过去，这里晕了，这里又掉下去，可恶！我要滑慢一点，看看。滑滑，这是给人玩的吗？滑滑，哎，死掉了！不要闪电啊，烦死了！半格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哇，巧克力领先嘞，十八是什么？滑过来了，好难过！巧克力十八什么鬼啊？天啊，好会滑啊！你们平常到底是玩什么啊？滑了！你要怎么滑？你被射死了！因为我被鲛人致死了！哎哎，什么？不是超级难的？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巧克力怎么在这？我怎么还滑？因为我死翘翘了。我天，这不要玩的游戏哎！选手，真的啊，我觉得好难，妥妥的拖，好难，超难的。不要！
我终于找到射球的技巧了。哇，你这二十一分什么啊？好高！哎、欸，哎、欸、哎、欸，我的船，我的船，我的船，谁啊？好贱哦，一直踩那个。一血。哦哦，慢慢滑，慢慢滑。嗯，小鸡。谁的鸡了？我的，我的。不要滑，慢慢滑。慢慢滑，慢慢滑，慢慢滑。我怎么看到假的？现在落后六分了，我现在落后你们一整圈呢。哦，超晕的。要滑，慢慢滑。我看到后面那圈的人了。玩这个真的会晕车哎、欸！我的妈呀！哇，直接落后你们一整圈！哇哦，我跟巧克力同分了，跟巧克力同分了。前面是巧克力吗？这个不能开啊！可恶，巴西啊！可恶，巴西啊！这怎么回事？缓下来，缓下来！超巴西每次都中这个，好像是我吃到。有人走反了，有人走反了，注意一下哦！怎么这么晕？有人走反了！哎呀，等一下，我知道小哥白说的那个捷径了，是不是真的有跨过山谷、欸？哎，真的有，对不对？真的，真的有。感谢不知道哪位玩家帮忙啊！哎、欸，哦，哎、欸，那个要跨过山谷的，哇、欸哦，好可怕、哦！这里好可怕！完了，完了，别再掉下去，别再掉下去，没事，差一点。完蛋，这要死定了，死了！你、欸、真的会晕车，真的会晕车。那个好像只是水而已，好像只是水。它的那个 1.8 的改版啊，跟 1.9 的划船已经不是同一个系统了。哎、欸，我这里吗？我都已经，你知道死掉复活，这很容易迷路。真的啊，我走反了。哎、欸，哦，快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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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二名了。我被机卡住了，可恶！哎、欸，这是我吃的，卡在这边。不要，快到终点了，不要，不要卡我，不要卡我。哦，结束了！好难哦，天哪！哦，差点被机卡死，吓死我了！哦，哪里啊？第二位是谁呢？我听到两个爆炸声，巧克力跟哈基。哦，哎，我好像又走完一整圈呢。哇，你是走反了！当然，哎，走正路啊，不要走什么小捷径啦，真的是好难开哦。鸡掉下来，我要把那个前面路占满。哎呀，我回到正轨了，好痛哦！哦，那这一我前面已经是五枪了。好晕哦！哎，鸡真的很贱呢。哦，你回到正轨了，超贱的。这里还有传送门。对，是不是？我发现这两个捷径哦，超猛的，算是达人啊！各种找捷径啊，捷径没有用啊，难用了，不要捷径了。好难，这真的超难的哎！哎，我才第二圈而已，超好笑的。加油加油加油！我刚一次我看到你的船，看怎样？哎，我第三被雷击了，为什么第三？好多鸡哦！好难，哎，这还有第四哎！天哪！走开啊，全部好雷哦！什么都是雷啊！雷啊！好难开哦！出去之前被中吧，中陷阱。反正输了也有一分啊，有没有？哎哎，输了也有一分。我不能走掉了，我不能走掉了，为什么不能走掉？现在超晕的，可恶！有没有啊？出来了，吓死我了！啊天啊，真的超晕的，对不起，我要收回我一开始说的话，我根本不会玩这个游戏。不要走捷径啊，走正路吧，巧克力。不要走捷径了。我天，好晕啊！好晕啊！那我们再来玩 easy 的好不好？ easy， 他都会写个 easy。好，好啊，我们再来一张哦。大家练一下甩尾啊！练一下甩尾，练甩尾。对啊，其实甩尾会了应该就差不多了。为什么一直在靠前？可以。确定是 easy 哈？谁啊？谁刚撞了我一下是啊？超好，卡住！哇，这关好硬哦，好棒棒！要有了，声音要来了。关卡，我刚才有东西，各种顶到人呢，真的。小黑一开赛有没有疯狂超时被顶哎？山洞，怎么跳过船了？硬要，是我是我，嘿嘿，地震！这好烦哦，我讨厌这，他每次都忘记哪边是前面。对啊，这也讨厌，船爆炸了！哎，谁站那边还有卡到？真的卡住，没吃到。每次要过这个小门，我都好有障碍哦，超级有障碍。那小门有个难走，这哪是 easy 啊？我每次过小门，我都好有障碍。好难的 easy 哦。对，这个是哎，烦死了，烂东西。看不到，害我卡进去，可恶！最后一点了，要死了。
没有啊，没有啊，哎，汪汪还在我后面。我已经不知道哪边是前面了。哎，有了，有了，有了，别吃了，抢这把，可恶！就是我，一直吃呢。你不要得不到第一名就这样。没办法，我已经觉得你这个会引发地震的男人。没错。该不是站在那个道具区，然后就不动了吧？好没有可能，这是见不得别人好吧？有道理。这一招好像不错哎，拿不了第一名就陷害你们。对啊，这不是每一张地图都可以这样做吗？哎，别玩了，看着都晕了。不会，我决定把这一张升格为每一届都要玩。哦天啊，这好晕，好晕！好晕，好晕，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屈膝同等级的，好晕啊！你确定是同等级？为了要陷害人家同等级？对，然后每一届都要举办那个，就要玩过所有地图，决定谁是冠军。啊！不要在我进洞口的时候出现这个。啊，又是这个，不要有趣。万年二的小门真的不会钻哎。嗯，我没有开反、啊、会比较好。有啦，你开反了啦。到底哪一边是正面呢、啊？哎、欸，哦，好像正面吧？应该没开错吧？这边正面吧？好难开哦。谁呀、啊？正面。哎，很爽。不要再挤我了。要挤我。嘿嘿嘿，走走走！你们好挤哦，中毒可恶！哇，哎，嘟嘟，最后一个圈，最后一圈，太快了吧！哇塞，哈基超快，好猛哦！哈基太快了吧，快！世界上最快的男人哎、欸，妈呀，怎么开这么快啊？怎么真的？为什么会有个枯工在射，坐在船上面到处射啊？哦，那个是能力啊，对，效果是替身，那是替身。恶心死了！恶心嘞，真的超恶心的。Final lap 了。为什么连自己人都要嘎？天哪！哦，我第一次看到前三名的车尾灯，我好开心。好难走，超难！好多人，好多人，卡住了。不行！不要动卡啦，这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我有比较顺一点了。哇，真走一堆人啊，烦死了。看到前面的人了，我有比较顺一点了。啊，好好啊！不要飞出去！可恶可恶！看到前面的人了，不要跑！好想看到你们哦！哦哦，看到哈记了！我看到有人看到我，恭喜结束了！可恶，快哦！太快了吧！好快的男人啊！可恶，我只能好多鸡，好多鸡啊！好多鸡啊！好多鸡！这小鸡好鸡哦！哦哦，靠你们的船了！居然跑外面了！雪了雪！哇塞！第四名，好快啊！好快啊！第五名，第五名！哇，你们都差不多哎，可恶！天哪，你们的速度好快哦！哎，你们这应该有分数吧？247、249、251，你们各种差两秒哎！好快哦！你们好神哦！你们是都有偷练吗？我第一次玩啊，我过那个门都过得很想吐哎、欸，那个门最后难过，三四五都差两分哎、欸，差两秒、啊，可怕、啊！我们能不能到终点呢？应该没有办法了，应该卡在路上啊！真的，真的，结束了，结束了，好难玩！瞬间变超低名哎、欸！哇！那个啊，还有啊，还有好几张哎、欸，还有每个都玩过一次啊。我们没有茶余饭后的吗？没有啊，再玩一下竞技啊，还竞技嘞？竞技你根本不知道Hard serious Hard， 真的假的 ？Hard， 神经病啊！怎么前面有个箱子啊？是什么？对、哈记啊，哈记，哈记藏在那边，哈记做的地图。哎，不对，哦，这是我掉外面，我掉外面。会掉到外面啊，这很危险啊！差点过头了，我觉得我要慢慢开。哎、欸，明明是我按的，怎么是我被雷？可恶！对啊，那个地方很奇怪，那个是有字。他们去送死，我们慢慢开。好，我慢慢开，因为我觉得好危险，随时会掉下去。好雷哦！慢慢开。哇！对，好多人啊！Tommy 不要闹我 ，Tommy。好难哦，这样子。有。
抱歉啊，这关不能开太快，开太快真的真的真的，你再开慢一点啊，我要追上你了。啊！我掉下去了！我开很慢，我开很慢，才可以活着为优先，有没有？我快早点死啊！死好慢哦！这个应该是不摔下去就赢了吧？不摔下去就会赢。对，是不是这样不能掉下去？掉下去就一下掉很多名次。那就是把别人撞出去的意思喽。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掉下去，我还是最后啊！冲啊！那可能是别的问题啊！冲啊！我看到巧克力了，在就在我前面。哦呀呀呀呀呀！不行不行，掉下去了。哦，居然掉下去了！我发现我的手感。哎，掉下去！自己我已经没有竞赛的感觉了。大发生什么事情呢、啊？你他妈屁的！为什么？我没有，我在路上，为什么掉下去了？有 bug 啊，这个。那个雕有 bug， 没有 bug 是人的问题。你啊，我在正中央哎，最好会掉啊。哪边啊？左边啊？右边啊？截穿那边吗？呜、哦，不对啊！走错走错走错、哎！加油啊！你不要打我啊！开太慢了！哈哈哈哈哈！哎，旁边竟然是极冻鸟哎、欸！天哪！掉下去！哎，为什么我吃东西自己扣血？对啊，很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去恭喜你们！啊，这啊，掉反边了！我不要这边暴击啊！这超难的，这关超难的，这关好难哦！反边了，我对，居然我猜是说开反边会有提醒吗？啊，没有，你只会直接上不去而已吧？除非有队友提醒。哎，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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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竟然转过来了。三尾，好滑哦，超滑哎、欸！三尾啊，为什么又掉下去了？喂，自己掉下去了！天哪，他自主掉哎、欸！那我自己突破彩虹分卡跳下来的，好贱哦、啊！我看到了彩虹分，哎、欸，地震！哪边啊？为什么一直轰到我地震啊？这边哪边啊？往哪边飞啊？我讨厌地震！欸、好邪恶、哦，为什么会180度啊？超大的在转。快点走开！哎，不要这时候来，不要这时候好不好？烦死了！可以不要这时候来吗？我看我在门吃这个好了。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要直接冲哦！天哪！小哥，哦天哪！是哎，汪不要，汪不要，汪不要！哎，巧克力装备中哦！我慢慢滑，慢慢滑。啊，弄错了，不好意思啊，装备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个大屁屁 啊, 啊，好麻烦！我讨厌大屁屁。呜、哦，巧克力滑太快了吧？哦，巧克力好扯哦，巧克力，我差点掉下去。巧克力倒追哦，真的假的？你倒追，不然你不会遇到我、啊。不行，我觉得这关比第一个关卡还要好一点，因为路比较明确啊，不会迷路。废话，一掉就死了。哦，哎，这个时候啊，哎，真是不是我，小哥，好险，好险，好险！三回啊，先不要动就没事了。我要去自麻你们。哎，这是什么？啊！不要晕啊，这个都会出事啊！好贱哦，好贱哦，好贱哦，好贱哦！哎，我的船怎么一直在打？来了，来了，来了！我的船怎么了？啊！飞出去了！哎，转弯转不快。哎、欸，我怎么不能到啊？哎，过不去。请问这个发生什么吗？请问这个是发生什么？完全不知道这个游戏要怎么玩。啊，重破！你还会卡、哦？好难哦。哎呦，这个座坏掉了吗？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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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正常的。这个正常？对，这很正常。我觉得这比我们之前。玩坏也都正常多了。别说了，巧克力不要去啊！我们也超快耶，这个哪里正常？哇，这关比较适合我。而且它好多好多造景哦，你们有没有看旁边啊？有超多的，盖得好好看哦。转了一圈，好恶心。哎，地震地震地震！不要在我掉下去的时候地震啊！太死了。旁边这个怎么不会动啊？哇，天哪，好难。哦，天哪、啊欸！我现在才翻到大了，原来我不知道，原来我被倒追一圈哦。对啊，哇，啊、我遇到大超强的，你们知道？什么 bug 没卡住？超级 bug， 我不知道怎么讲了。
没有，你会说卡在那里。他的船就一直旋转啊，我的半边就一直旋转，卡在那里了。你可以绕一圈，下船再上来呢。没有办法，卡住了。哇，这个真的好难转它哦，动了好几键。我好想它跳出来哦，我也想啊，画面太好了啊，我差点输了，点了，哦，终于结束了。好累，好快哦！九分太快了，好快哦，差点就第二名。而且重点是我看到交锋分数好惨，你不敢有人了干？四分哎、欸，你们都没有看到我刚才在干嘛？一直在那边转呢。你在干嘛、啊？没有那个，他刚刚在那个、啊、比较窄的那个传送门轨道啊。用红色的传送门，然后当时我刚好有哭弓在头上，然后射了他三箭，好惨哦，很难啊！刚才遇到 bug 了，嗯，就算你不要害人家嘛。你都玩过一遍了吗？当时还没有，应该是没有吧？这也是 hard 啊，还 hard 的。出 hard 是不是？这个刚刚最难的，这只有尝试，没有那个第一次我们玩的。好，所以就五张地图要分胜负了。那个有机会抢第一名的，请把握，好不好？哦，那个我们没有，谁又在受伤？没有专门陷害你们，好不好？不要走开啦，不要陷害啦，不要啦，没有机会的就陷害你们。我来吃东西。这不是刚那个，刚那一关吗？对啊，对啊，刚刚只是有人没有比啊。哦，就是我没有玩到那一关哦。对。对我膝盖触手哎，滚大巧克力。不好意思，我要去吃。我、哦、这有神奇触手，跟我朋友练过的大屁股。你刚吃到神射哦，传送到前面去了。这是什么烂东西啊？射必射哦。这是什么烂东西啊？传送到前面，传送到最近的玩家。你刚传送到我了。我要去，我要去，不要！这什么？这什么？不要啦！真是的。为什么打雷会打自己啊？对啊，这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是可以打到别人，然后别人就会受伤。那打到自己是什么概念？然后这应该只是震动而已吧？这是什么烂概念啊？哎，谁在哭弓啊？烦死了，把我射死了，好烦哦！哎，好像是我的。我掉下去啦，烂透了。别撞我！等一下，回去吃一下，反正没有。然后我一出生是着火的啦。等一下，秋风，我知道你做怪怪的事情了，不要回头。回头吃，为了吃那个。看不到路。哦，啊，要吐了，卡到人了。哎呦，这里也是，是我。在这边看不到路，很讨厌哎。卡到我了。这张地图好恐怖，你们刚玩这张好久没。我先掉去了。卡来卡去。啊，掉去。哎，我没死哎，我怎么死不了？哎。哎、欸，恭喜你不会死，死不了就很不去了，不是吗？可以 kill 自己，烂透啦！哦哇，哇，死掉了，要去了，回头，要掉下去了，换视角，好啊，等你们换视角，噔噔，要往这，哦天哪，要往旁边移吗？不行，太胖了，哦，我一直出现了，好烦哦。一直黑，不要，谁的鸡？哦，哎，被炸死太过分了。哎，吃到一个。哎，那个鸡真的是太过分了。哦，地震！哦，又地震了。我只是想回去。怎么还在地震？两个地震，连续地震。你们？哦，九个地震哦。什么啊？为什么？谁是按那个？我按了第三次是我。地震干嘛？好多地震啊！哦、那只鸡害我输了，狂震耶！你不要哦！在哦什么啦？超卡的、啊、哦，这里啊！哦，小地方超难滑的。Tommy 不要、啊！很有障碍、欸、啊！我发现我划船很有障碍、欸，我以后就去转播好了。哎、欸，你们又来了，看不到路，好黑哦！很有障碍、欸，能让我们正常比赛啊！哎、欸，风波、啊，风波，你在我后面呢、喔？对啊，刚刚一直被卡着啊。你也很有障碍，对不对？我不习惯。我也好不习惯。好难哦。哎、欸，我要掉下去了，完了，又要重滑这一段了。哎哎、欸，好、欸，欸欸、又要重滑这一段了。我真的很有障碍、欸，在震了，好吗？哦，哎、欸，断线。
等等，哎，接下来就是秋风，好，秋风你先走吧，我们相撞会掉下去。拜托，相撞会掉下去，怎么这么有礼貌？可是秋风还是掉下去了。我这里很有障碍，我刚刚都没有玩过滑过这里，掉下去了。看不到，这个时候，我刚刚试滑的时候就没有滑过这里。哇天啊！头晕，倒霉，又头晕又打雷。地震救了我啊，不然掉下去了。是不是我救了你？是不是？对，滑一点点，滑一点点。好难，差点走反啊！好难，是啊，是啊，太难了，这真的太难了，这不是赛车游戏，这不是赛车游戏，这是船好不好？任务啊！这什么？这什么？你我弓箭的射人，我差点让我弄下去。哟，这不是赛车，我也觉得这不是赛车。没在任务，没在任务。可以。哎，哇，又来，我鸡，我认死鸡了。我认死鸡，这个评比为了鸡了，跟 U 鸡同等级。再吃一只鸡，我吃了。哎，对，我全死了。怎么一次二五星卡子？我烦了，中挂了。多只鸡，够了，可以了，好了，行了。那机场都会有，都会有人领牌的。我已经被弄丢了，我都被地震弄了。加油，不要放弃啊！哎，不要放弃啊！死掉了，我快死掉了！去，快点，快点死！哎，发生什么事了？好难！不要救我！嘿，我累了。这好难哦，超难的，超晕哦。我已经不是在划船了，我只感觉好像在走路一样。他不要全灯下来走，会什么鬼啊？又来！我的船被人家抢了！我看到了！我的船还给我！你们谁敢抢船啊？哎，僵尸在我后头！太好笑了！船被人家抢走是怎样的概念？莫名其妙。哇，好吵啊！什么声音啊？不要来搭笨船！哦，他今天怎样啊？终于翻到那边了！这船好难哦！悟性卡住了吗？太晕了，太晕了！再滑！努力滑，努力滑！下去就没办法，太巴适了！哇，差点摔进去！滑，回吃。终于滑完一圈了，来了！恭喜！终于滑完第一圈了，走四第一圈了，太晃了，被炸飞了，可恶！小飞，你在这边干嘛？残影吧？啊？他有时候都有残影，狂看到有残影，一直看到五星，然后还会撞到，很烦。原来是残影哦。对啊，有残影，残像拳。哈哈。喂，我发现这个没有很急，可恶。昨天被人超过，又是鸡，耶！终于在船上，为什么抢不到我船？我在船上，为什么？有人拉去，我看到了，笑你！快开，往前开，没错。我觉得他的船上，我的天爷，他继续哦，有人抢到了，哎，超好笑的，三秒。为什么全部掉在船上？我搭便船呢、啊！救我！你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好笑啊！好好笑！为什么？加油啊！你这个位置都是坏东西！这个乌贼攻击！还硬要叫我来吃！哎，好黑！小鸡乌贼攻击！好黑哦！错了。到底哪一边正面啊？哟，巧克力残影超可怕的。哎，到底哪一边正面啊？赶快结束好不好？要结束，再十五秒。我天啊，这个螺旋塔我爬三次了都摔下去。好难。应该快到了吧？你们来了没？六秒，六秒。哎，屁嘞！我踩到陷阱了，快要到了。第一个，哦，踩到陷阱。被玩到了，好不爽啊！好可惜，好不爽啊！被抢回去，他自己自爆了。
等一下，我们有个卡住了，太不爽了啦！哎、欸，重点是玩的这么辛苦才一小时。等一下，我们有个档了，小宝，你挂了，挂了。我好想吐哦！这比那个这太硬了，他的斗争争霸还要晕倒。我好想吐哦！天哪，这超晕的。那个剩最后一个了啦，最后一个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卡住了。最会踩陷阱的男人啊！我又卡住了，我也卡住了，就结束了，好不好？就结束了。你看他斗争争霸，目前还有一点机会。你卡住了，十分。我说卡住是宕机了。还是我们直接宣布巧克力是这一届冠军了？我们可以休息了吗？我好想吐，我已经撑不下去了。我的专业呢？吐完完了，是糖果汁，真的，真的超晕的，超晕的。哦天啊！你看，我跟风波跟汪汪完全都没有赛开到终点过，哎，真假的？好难过。我是到这儿全踩到陷阱啊！哦。参加奖，明时间会够的，可恶！超晕的，真的超晕，好爽哦！那个恭喜这张地图已经正式被列为了，直接结束，太快了！下一届我会请不一样的八个人再来赛一次，然后大概赛了一小时，看他们在那边晕，我就可以去当转播，然后笑他们。对，我去当转播，笑死他们，还可以故意一直喊那个。我可以问一下。这次的录影记录我可以不要剪吗？我觉得我会边剪边吐，而且还会累个，天哪，好恶心的感觉，而且好难微调它哦，天哪，太晕了。这个能那个吗？这个能那个吗？这个 best 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最佳记录吧，看一下哦。哦，9999，屁啊！9999，哦，这个9999。那个按的话是各自的成绩吧？哦，各自的成绩，对，全部都是999，不好意思。哇，我也是999啊，超强的，超强的，差距超猛啊！巧克力都有分数哎，不错哦，我都有分数啊，巧克力超多分数哦。谁又在按那个？下雨，下雨啦！我只有两个分数，哦，天哪！哦，这里还可以吃哎。吃看看，不要再下了，吃什么把它关掉了、啊、那可以关吗？我关一下，我关一下。这里有旁观的模式 吗？我可以一样吧？有啊，我记得可以有那个旁观的模式啊，就直接自己转换应该可以。自己转换会有那个吗？会影响吗？传进去吗？是不是不要选船就会像巧克白刚刚那样子啊？没有，巧克白是停留在这里 是吗？对，我刚刚停留在这，而且我刚刚是你们，我还在 pin 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开赛了，我还没进来。哦，因为他还没进伺服器。对，我还没进伺服器。这是什么、啊？哦，吓死我了！来，那之后可以再帮你测啊。哦，我那个我赛不下去了。说结束了。赛不下去了。我赛不下去了。我觉得用边跑边这模式啊，我觉得最后一个模式还蛮好玩的。好啊，好啊！这一次恭喜巧克力，那个八个月后你可以再来参加那个冠军赛， yeah, 好开心哦！ Yeah, 我们只要回八个月就可以再玩了。八个月，偷练果然是对的，是吧？其实蛮快的嘛。那什么？哦，竞技场啊，刚那个竞技场模式是滑过的会被卡到，是不是？会不会加进？第二下好近哦！天哪！我刚刚在刷纸片，然后一起加去，关我屁事啊！噔噔噔！哎，秋风走开！哦，好恐怖哦！撞到你！哎呦！撞到安全的地方啊！哇，谁的船走开啊？哎，怎么卡住了？怎么卡住了？不要卡住了！啊哈，掉下去！不要卡住了！哎呦！哎，我不要，我撑下去！不要，我掉下去的。输了！输了！掉下去啊！哎，输了！好快哦！耶、yeah, ！根本就看不出来谁是谁。哎，我最后也好厉害，我赢了！哎，怎么又是你呀、啊？你看我不是跟木星一起掉下去的吗？对啊，因为我还是死了，是吗？还是死了？差了一点点吧？比我早死吧？差了到底要怎么减啊？我不知道哎、欸，不知道他是怎么计算这个？这个怎么计算的？烂透，又卡住了。换、啊、个心情好了，好不想卡住哦。我知道这个只有胜利者，只有最后胜利者而已。哦，谢了，只有最后胜利者哦，最后生还者，其他都叫失败者。
不然我们可以再玩一次啊！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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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人棍清掉了，大家可以看一下。PVP 只有最后胜利者而已，只有最后胜利者。呜！不要来乱撞！不要来乱撞！各自开各自的。你们是直接用走的吗？第一个死的，超难，可恶！哇哦，撞到人之后就直接掉了，好可怕哦！哎，飞出来了！哎，撞到人直接掉！哎呀，被我掉下去！天哪！我五星快掉了，五星没掉！哇，掉！所以越开会那个越多了，五星了，五星了，五星！耶！哎，五星，请问一下诀窍是什么？而且为什么分数重置了？一直甩尾，一直甩尾，分数重置了。我突然觉得好了，那恭喜这些高阶五星啊！突然觉得好想要这种一般跑酷的这种跑道。我们跑酷就好了，玩什么赛船啊？对啊，他是可以打我一下。我们可不可以用走的就好了？打你一下，对对对对。可是会累，因为我卡住了。哦，谢了谢了，卡住了，我帮你。不用了。你卡住你怎么用打的好不好？走开！走太多，太多了。那我们刚刚那个模式连玩五场，然后决定谁是这个的冠军，好不好？好啊！好啊，上可以这样子，我们四个月就可以举办一届了。哦，好猛哦！好开心哦！好开心哦！这一届，等等，这还蛮吃硬。等一下，为什么秋风已经开始滑了？他其实一倒数的时候就可以滑了、欸，是哦，对啊，哎呀，这啊，好扔掉，哦，差点掉，哎呦，危险，方向没办法瞧、欸，哎，好难瞧、哦，可以啊，甩尾，哎，为什么甩到下面去了？啊，危险，危险，卡住了，差一点，小哥，反应也太慢了吧！我滑超慢的，然后就哇，小哥赢了！哇，小哥赢了！慢速滑船吧！我刚才就在实验这个，对，慢慢滑就可以了。不行打我！好，等下就看到，等下一群人全部都在那边慢慢滑。哦，再来一场。好，结果大家全部都慢速滑。要怎么慢慢滑？不晓得第三人称有没有比较好。慢慢滑，哇！全世界都变慢了，你看，全世界都变慢了。都是光有事，没有，我们只是在体悟心理，心灵想怎么回事？啊！哈哈哈哈哈！我坐在一起啊！讨厌！你要是玉石俱焚！哎，等一下，你啊，烦死了！等一下，有些果然还是要快一点，比较有力啊，太会短了。有些还是要快滑，要不然真的不行。好难哦，好难哦，超难的，我要盯着五星。我把你前面的路给弄掉，那我就转弯。怎么有一个船在跳啊？对，可是别的观察者模式，可是他的那个他在那边移动的话，他就跟着一起。不行啊，有些地方太慢就很怕会掉下去。五星要小心哦。哇！我先掉下去了，还剩谁？快点下去啊！小哥，掉了，根本就看不到谁已经。小哥来差一点点，掉下去，掉下去！是小哥来，小哥来掉了。你小哥白赢了，小哥白又赢了，我被烧死了，打我，打我一下，我超猛，打我一下，多打下去。这种要求，你们也听到啊？可以了。怎么了？怎么了？五星再按一下，好难哦！小哥白要可以参加下一届了。哎，谢谢。你这一场再赢，你就绝对可以。哇，猪子小哥白，全部合力弄我，不可以这样。哎呀！我操，看到小哥白中他就对了。啊！居然逃命啊！大家在从这边走了吗？不可以这样！居然要掉下去了！哦，好难用！我不要！太快了！掉下去了！是这样！我刚才卡在那个炸弹上，没有这么快的！哇！这怎么回
是，哎、欸，对，好大的洞，三个都同一种颜色啊！天哪！啊，这有什么洞？可恶，差一点，有一个地方很大的洞哎、欸！哇，差、欸、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好猛啊！差一点点，好可惜哦！这两场哦，这两场，太赢了，是说。这两场吗？好可惜哦！两场哦，因为我拿到卫冕城了吗？没有，连胜连胜就可以了。连胜哦，连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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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有机会。哦，不行，直接冲去撞人哎！哦，这是甩尾。你们在慢什么鬼的啦？会被上从上面掉下来的炮弹打到，所以不能一直待在原地。没错，小刀龙，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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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了！哎，等一下，哦，卡住哦！天哪，为什么？可恶！我已经滑很慢了，我也很慢啊，我好难控制哦。哎，居然听得进，小刀该死的，小刀死了，机会死了！哇，哈基跟巧克力的对决。哈基超慢，哈基超慢哦！哈基超慢了，我被抓到 bug 了。世界越慢，哈基前面没路了，前面没路，哈基没路，哈基没了，哈基没了，再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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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救命救命！我卡住了，最后一场了。好，等一下，哎，你进去了吗？有进来了，进来了！我刚没有重生。啊！没关系啊，你跑早就没机会了。进入心灵祥和，觉得心灵祥和受不了。阿弥陀佛，小哥白，我看到你们撞你了。小哥不要靠近我啊，烦死了！哎呀，我几次跟你一起死了，我也不想靠近你啊。我手心很痛。吓死！最好这个时候不要有观众过来抖内，要不然受不了。啊，卡住啊，下去了啊！讨厌哦，是谁挖的坑啊？让我跳下去！我卡在墙壁了，我卡在墙壁了，实现了，好可怕哦！哇，有些洞真的很大，我来看一下。那个洞的大小跟纸片的脑袋一样哟。你在疯狂摆，你的字没办法逃打。快点！巧克力要赢，必赢哦！一段结束了，我没有看到。啊，巧克力还是嗨嗨嗨！哎，为什么？还是先拿到三分？怎么音乐还在啊？居然，我音乐还在耶，持续耶。太可惜了啊！好可恶啊！好可恶哦！我两次都第一个掉下去的，好难过。好想赢哦！玩不下去了，玩不下去了，玩不下去了，玩不下去。我音乐怎么还在持续啊？天哪！好想赢哦！大不畏面的有谁啊？偷打下力跟小哥来吗？我的音乐还在持续哎，我还在这个竞技场的音乐，天哪！发生什么事情？赢啊！我也好想赢哦！好想赢啊！好想赢啊！怎么只有五分？我也只有五分呢。谁啊？在那按那个效果，欠扁哦！没有没有，我输的比纸片棒没有砍出。要你们两个。单独对决啊！我们两个 PK 是不是？我们能看吗？我们能这样看吗？我跟秋风 PK 是不是？对啊，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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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撞，一直撞嘛！你们要外撞是不是？来啊，外撞嘛！来来来来来，怎样才可以救我们两个？怎么按？怎么按？没有，我不知道，我们不动啊啊！这我们就会摔死啊！就剩你们哦，你们就自己自杀了。我可以参赛吗？我可以参赛吗？我还想玩。不要上船就好。来啊来啊！不上船，不上船就好了。没关系啊，就随便吧，反正我很容易死啊。不要上船就好。小龙直接中，我很容易死，所以就算了吧。卡住，卡住，再来，再来，再来。耶！来来来来，哪边的？哪边的？哪边的？你在哪里？我下去了啦。你叫什么比？叫什么比？叫什么比？哎呀，小龙啊！我就掉下去了。我对这个划船真的很有障碍。我才刚死掉，又想看你，你马上就狙击了啊！掉下去了，有人掉下去了，
剩谁？剩死掉！死了！我死了！我死了！哎、啊，我比你们还快、欸！风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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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掉了！而且我现在不能动哎、欸！等一下，迎秋风就好了吧？有迎秋风就好是吧？有迎秋风就好了，这死生无憾的了。我靠！玩就玩了，我玩不下去了，对不起。有够难玩了。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办？你接下来要怎么办？我看一下能不能当转播，好不好？现在还有40分钟哎、欸。我看一下能不能当转播，我头好晕，我已经玩不下去了。能当转播吗？你就自杀啊，还是什么的？如果你现在能当旁观者，你就进去之后转模式啊。你就进入的时候直接切旁观者啊，你这样就可以转播了。那你就自己先试试看吧。那你们能按吗？你们按，可是切旁观者就不能按了、欸。你好，旁观者。进去再切吗？旁观者再切吗？你现在是旁观吗？对啊，对啊，光者。哦，怎么还是这个？不来了，一进来就被切了。是啊、哦，那你这个时候被切了、欸。我看一下、啊。哦，可以。前面是谁？我要中你。那就要看九个人进来会怎么样。对啊。哦，哇哇哇！人太多了，人太多了。冷静，冷静。很近很近啊！而且有时候那个只有船没有显示人，你知道吗？对啊，会啊，会啊。只要大于一格就会掉下去。只要大于一格就掉下去了。还有谁？我一直掉。哎、欸，可以跳跃哦！还可以跳，真的？为什么看你们在跳？没有啊，错觉吗？你想太多了吧？那不是死掉，那死掉是吧？啊，卡住，那错觉的。开船的跳才太厉害了吧？这是什么高手？对啊，什么鬼啊？恭喜恭喜恭喜！哎、欸，我找到 bug 了，我找到 bug 了！不要再玩 bug 了啦！已经竞赛了，对不起哈，已经没有下一届了。你找 bug 了哦，恭喜你，你竞赛了，你竞赛了，恭喜你没有下一届了，退出这款游戏了，不会再找你来了。恭喜恭喜恭喜！不要往交叉点，赛船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好玩，好容易，好不好？掉下去的时候刚好在那掉到那个掉下去不会死，对不对？掉球上不会死，对对对对对对。可是那个球到最后也会消失啊。你说船吗？对啊，他烧完那个还是要看运气啊。不要再玩 bug 啦，再玩到 bug 这个地图到时候就不会再出现的啦。已经不会出现了，bug 探索团最多再出现一次啦。不会，这一张地图要玩八个月。哇，换新国了，想要八个月。我们想要来当观众来看就好了。我们有音乐了，开放观众来看。可以玩八个月。对哦，还有这个弹跳声音。喂，终于有，终于有。我这边有人打成马迹啦，谁是？我们可以不要再玩了吗？我想休息哦。那玩斗阵啊，走啊，斗阵走啊！我这真的头好痛哦。啊、我们不要啦！我觉得我晕到只能玩斗阵了啦。对啊，我也是哎、欸，我也这样，我有同感呢、欸。而且你要打架认可啊。我们来玩《建立工程战》好了，新版的。有新版的吗？我们可以玩一场、啊。有，可以玩一场啊。可是我想、啊，我原本是打算10:30的时候我要找人来测试，因为刚做好，我还不确定有没有 bug。我们可以帮你测试、啊，帮你测试，现在、啊、又是 bug 测试。测试啊！可以啊，反正我们每次不要再测，不要再打那个了。你踩我键盘。再找两个人来去武大。你先把答案丢给我、啊。好，等，不要踩我键盘。我现在好想吐哦。那我先退出一下哦，我去看一下。我们下一次比的就是那个，谁最晚吐谁就赢了。玩什么玩？那肯定是咖啡杯吧？谁最晚吐？真的要看他开8小时。吐啊！什么？吐在水池里。谁最晚吐谁就赢了。吐完臭。这个会转，好可爱哦。你觉得这样有没有比较刺激一点？装备。装备。玩家者好痛苦、啊！我还想说悟星哪里来的装备，原来是这里哦。哪里？哪里？哪里？你们在哪里？在那个山坡上有个企鹅家里面。对，有企鹅家。企鹅家，企鹅是谁？挑颜色，嘿，嘿嘿。给悟星吗？冠亚季军那个战士。哦，我看到了。Hello， 我答案是给悟星吗？得那个得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哦。我们再找两个人来啊、哦。可爱的企鹅。好想吐哦。箱子在哪里？这里吗？是什么啊？企鹅跳舞。
会跳舞的鸡啊，好可爱哦。有装备耶，我没有红色的了。好了，我们现在要来演那个什么麦块战队是吧？选个橘色的好了。麦块战队哦，还有摆 pose， 其实这没有什么可以摆的，就只有这个 pose 可以摆。我来看一下，只能摆这个 pose。嘿，我们的巨大机器人呢？是这只器人吗？打到人了，有小孩耶，刚没打到。不要玩人家的棒棒了！你就不能说手臂吗？哎、欸，怎么我的音效不一样？因为你那个你旁边那个是充能的，所以下面那个门会打开来，所以你现在碰它，它、哦、就会把那门打开。哦，你们都在气人家哦？对啊 ，sorry， 你们都在气人家，各种当气人。我觉得走在地上的感觉很好哎、欸。为什么我不能用奔跑的方式来那个玩比赛啊？对啊，下一次改骑马好不好？好啊，然后射箭吗？射箭变射箭就赢了。我在骑马与砍杀嘞，骑车与砍杀。那个我很强，我快去当国王了。算了国王是谁？我们干嘛这么辛苦呢？现在找人是不是？等他们吗？对，找两个就好了。有确定是谁了吗？他自己找还是谁找？你们找啊！你们找看看。我在开车门。好，那我先看一下我第一草还有多少容量。等一下的时候，你不要把那个这个材质包一起带进去，要不然你到时候那边跳的时候都会这边短。短好可爱哦、喔嗯！也是不错啊。材质包，然后你就用这个那个赛船的。跳的时候被别人听到。哦。对，当人家叫的时候你就听得到。对耶，别人叫的时候听得到了，可以知道别人在哪里。好尖哦！重开车门喽。好，没有问题。好，跟企鹅说拜拜。好，拜拜。好、哦，拜拜。企鹅拜。好想吐、哦。企鹅表示不要再抢我家东西了。好想吐、哦。装备都被抢走了。要来吧，哈欠啊，哈基来测啊，一样用 1.9.2 啊，这样我就懒得弄了。OK， 好，对，可以。IP 都一样吗？我们之后可以过来看看那个吗？下一批参赛者怎么滑的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怎么看？我们是自己跑进来看吗？还是看他直播？我们要选船，然后到时候提议过去啊。我们可以坐在他的船后面啊。哦，那还是好晃、啊。可以这样子吗？好好笑、喔！那的话我们会跟着一起死啊！如果一起掉岩浆里的话，啊，我们开创造就不会死啊！哦，而且我们要手动跑到他的船上面，好累哦！啊，哇，你这个歼灭工程战是跟 UHC 学的吗？对，你知道我真的有为什么我在水里啊？我把 UHC 整个全部从给拆开来看。你已经破解他的黑技术了！哇哇！太棒了！为什么？强哦！凭什么？我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在那个、啊、水里面，你在水里面。我现在上升了，我现在浮起来了。材质包记得换回来哦。短短短啊！不要黑技术！哎，摔死了啦！谁打洞？谁打洞？那个。那个、要再找两个人吗？为什么我没办法好好的降落啊？我那个 JR 是谁 ？JR MY 六是谁？没有啊，我自己这样子跳没有听到声音啊，所以这应该是不会通用的吧？还没加，还没有，我还没找。真的耶没有哎，没关系，我把它跳。为什么没有？不行、啊，有一些奇怪的登入哎。哎、欸，这个 server 跟刚刚不是都一样吗？不是我白名单吗？为什么？变掉了。好。变了。哈基，哎、欸，你可以帮我调成观察者模式吗？哈基，我想调观察者模式那个。对啊，等一下，你把这边缩小是不是？这样子的话，到时候他们会一直面，这样的话你们粉丝到时候在玩的时候会一直打人呢、欸。嗯，可以打得到人哦，目前不行哦。因为看双者模式就不会了。这边还是生存模式的时候就一直面有人在打，管不住那个手啊！天哪。你有听过鹿三只爪吗？Nervous
所以新版是改了什么？不过真的就是要讲说，就是因为现在是测试版，我有原本都会先找人测试，那这次都还没测试，不确定会不会有很重大的 bug 这样子。所以我们来帮你测试一下。我来啦。OK。蜘蛛来了。阿纪下面的树颜色变了。变了。对啊。没有你为什么会完全的？材质包，材质包，材质包。不是人都找好了吗？短缺的。哦，真的。蜘蛛怪。没有，这个要十个人啊，这个要十个人啊。哦。这一张要十个人。十个。阿纪，对，你那个十字镐怎么用的、啊？没用的、啊嗯，好好奇、哦、黑技术啊，黑技术啊，是黑哈技啊。我知道那个中介石怎么用的，但是那个十字镐真的看不出来。改天应该换我笑的好技术来看看。为什么从赛船变成这个了？那个因为赛船已经玩到吐了。啊、我們又什么意思？你帮我调一遍，我把我调为那个真蠢。赛船是奇怪还是？那个玩一小时玩完了，全部玩完了。等一下，那这样的话，下一届的时候你不玩，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强迫他们玩两个小时的意思吗？下一届的时候我会让他们玩到吐，再分出胜负。那不就是强迫他们玩两个小时？没有啦，下一届一样是全部地图玩一次，然后选出前几那个前面的名次，然后把那个冠军集结起来继续赛，有没有？那个是第八次的时候。哎，帮我调生存。好，半条冒险者。也是可以啊，反正在这边都没差、啊。哇，空间变这么小了。对，空间变小了，魔术小空间。是因为我上次那个吗？对，这叫做魔术小空间。魔术小框框，真的变好挤哦，好挤啊，挤的，关系啊。哎、欸，对，今天是男人大，没有女生，没有男生。那个断线了吗？还是我有妹子来，有妹子要来了。我觉得变这么小，恭喜！巧克力反而比较高兴吧。要砍人的时候就不用再追了。请注意，那个要来参加歼灭工程战的，啊、在八点之前，你会找妹子杀。请那个各位要参加那个歼灭工程战的要注意，就是八点之后，如果你是女的，啊、或者是你跟巧克力有恩怨的，八、啊、点之后不要马上进去，会被他砍死。我不是妹子，不要砍我。你被羞了，汪汪！我不是妹子，原来你们有那种关系哦、喔！天哪！我们是来测 bug 的嘛，对不对？啊，简单玩测 bug， 所以就是不要正常的玩就对了。哈？对啊，就是你想得到什么你就做什么，是随便乱玩就对了啦。这边有好几个冲，是不是有被压缩掉？要不要先讲解一下？啊？讲解一下啊？差在哪里？这次的？这次的更新哦。对啊，改很多哎、欸，改很多哎、欸，讲啊，讲啊，不讲我怎么知道？对，很多事要讲啊，五分钟好像讲不完呢、欸。我在开那个，等下那个列表有点大，等下我再找一下。那这个五分钟还讲不完呢、欸。没有，我又没有只要他讲五分钟。这一次的重大更新4.0版本，它多了就是原本的书柜，我改掉了。原本的书柜一开始给你30个嘛，这次我改掉是从零开始。你必须要从零开始去收集书柜，慢慢自己叠上去。那书柜的话是自己在自己去交易所去买，去交易所买一个三个绿宝石，三个绿宝石可以买就对了。30个绿宝石才就10个书柜，对。然后再来，它的原本是可以开关那个附魔台嘛，现在是固定一定会有附魔台的2楼。可是二楼就没有书柜啊？我问你哦，二楼附魔台那可以这样，书柜怎么放？可以，书柜拿在手上放告示牌。对。我记得是耶。好，第二天啊。你去哪里？有没有听到马尼的声音吗？哦，马尼。喂，有马尼，来登伺服器吧。他说我没有白名单进不去。哦，对哈。那巧克力给一下白名单啊。巧克力，等一下，你打一下你的那个。ID 那个大题这样，因为刚刚开启了白名单，然后再来第二个更新的是，那个铁针也直接移到2楼了，所以现在我不能偷铁针，都在二楼。铁针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爬楼梯，对不对？
对，好麻烦哦，而且会推挤耶。还有一个中介箱也移到二楼了。中介箱也移到二楼？可以设一下白名单吗？我忘记了。哇，中介箱也是哦。然后再来，木头会变成无限资源。有了有了，设好了。那木头放在哪？有无限法。无限就是在我们塔最塔旁边，不是有一整排那个木头最先被挖完的？它还会再生是不是？对啊，对啊，它会一直无限生，它会直接一直生。哦、对，好棒哦！所以你只要打同一块，它就一直不停的重生。再来是二塔多了一个传送功能。你说什么多什么传送功能？你说就是你可以传核心塔去，核心塔可以传送到二塔。哦。对，你会看到一个、那個、二塔是外面这个塔就对了，真塔塔。对对对对对，那可以回传吗？ Oh, 还是单向的？不行，那可以传到对方的吗？ Okay. 不行，你这讲怎么可能可以啊？还有啊，你只能传自己队伍的人，就是等于说你红队就只能走红队的传点啊。另一队不能传。那个传点有六个人的限制吗？六个人的限制，就是六个人踩过之后，他就会消失掉。对对对对，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啊，不会啦。没有啊，没有。那要集气才能盖传塔吗？盖传塔。就是他要传送的时候要先集气之类的吗？哦、你们是都在玩太凶哦！没有嘛，没有这种，没有嘛，所以没有。所以我有问题。哎、欸，误会误会。那我会不会我跑到敌方阵营去，然后呢，我看到他那传塔的东西，然后我一直点他，然后呢，把敌人队伍的人传到二塔去？欸，他基本上会要站在上面大概一秒到两秒时间才会被传走。哦，好，那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我很怕有这种状况发生。那还有什么更新吗？还有重大更新，正中间，你现在看到脚底下面那个桥，桥的正下面会有一个绿宝石，不对，一个钻石砖，钻石矿，钻石矿，淘金哦。桥的下面会有一个钻石矿，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挖，对。哦，会是重生吗？只有一个，可是这个冷却40秒，掏金哦。好，再来就是游戏会被游戏改为困难模式，会饿死，会饿死哦。然后别人钻石矿每40秒就会重生一次，是不是？对 ，OK， 好。好，再来是金正的第六个召集令，召集令第六个是需要64个绿宝石。可以召唤出一只自己的守卫，会有一只凋零怪物，就是同队的凋零怪物。所以就是会有喷火龙的意思就对了。你可以把想象的喷火龙没关系啦。哈记的新技术，哈记好敷衍，可以想象、啊。一开始的皮革装会全部都有防弹附魔效果。哦、全部都有，所以等于一开始的皮革装会有防弹附魔。啊，当然你换成铁装，你自己要不要再附，那是你家的事。你家的事。对，他只是就是变成说，你一开始你是穿皮革装的时候，比较不容易被弓箭射死。嗯，哦，只是防御力比较弱。对对对。还有啊，马尼进来了，有了，新增的一些马尼进来呢，敲一下。喂，新增的几个任务这样子。新增的一些任务，像是多了一个。巧克白，你干嘛打我？不是巧克力打你，没有，那巧克力打我。鸡特别厚，血特别厚，不会跑的鸡。哇，一个人打了鸡在哪里？敌将正中间，还有桥下桥上嘛，对不对？我要死。对对对对，好的。巧克力还有增加就是打快死哦，可能会有那种增加60秒矿物加倍加很多那样子的任务，或者是说，中间会出现经验喷泉。经验泉哦。哦、oh, no, ，罪魁祸首！我在碰一下而已，巧克力，我在碰一下，不是我。好，大概就这样子，大概就这样子，其他都修 bug 而已。好的，哇，那个地图设定，那个说什么村民什么阵营经验，不是我啦，这两个可以分别调了。对，现在可以分别调了，所以就可以就是说，僵尸那边有100，村民有50这种鬼东西哦。对。这么神奇、哦、哇！居然，因为有时候遇到观众场的时候，我们就要让步一下嘛，对不对？哇，这么猖狂、哦，还不错，这样还不错、欸，好猖狂哦！那个有改吗？那个阶段限制有改吗？阶段限制，就比如说，就是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那些时间上有调整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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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都是5阶段，都是5阶段，然后每一阶段10分钟吗？对。Okay, 这个没改。不要打地板啦！不要打掉地板，不要打地板。怎么地板突然空了？
看到好多刀，好了，打到处打。那我们分队了，分队了。好，好的，分完队了。等一下，我为什么？哦，分完队了，然后五十就好，简单玩。五十就好了嘛，反正是测 bug 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现在脑袋里面还没有可以突破 bug 的地方呢。哎，我跟你同一队哦。所以反正基础都是一样的嘛，基础对基础都是一样的嘛，对，哦，测 bug 嘛，轻松玩好了，那去大厅啊，去大厅五打五嘛，对不对？我们比照那个好不好？比照那个什么要比赛的赛制好不好？是怎样？好，那个巧克力可以介绍一下吗？巧克力可以介绍一下吗？啊？那个比赛的赛制大概是怎么样？比赛的赛制就打。哦，他一样，之后办的比赛一样是五打五啊，然后好像那时候是会限时，所以就是在时间结束内看分数的高低。所以我们也限时一小时吗？我们应该快就结束了啊。哦，一小时嘛，最多一小时嘛，对不对？对。好好好好好，啊，带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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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话。僵尸房，对，又要当僵尸啦！要当僵尸啊！又要穿的。那我继续守家吗？守家。这一局是，这一局要怎么玩？是随便玩吗？风破守家，我盖房子。我说守家是盖房子。好，那我随时支援好了。我应该也会在家。风破需要吗？嗯嗯，风破就有需要。对啊，需要在需要支援吗？守家的对啊，五个的话应该我想想看哈，风破守家能力是绝对够，然后我在旁边盖房子，顺便提醒一下风破旁边有没有人来。啊，巧克白的话，嗯，那就谁？我就是其实好，巧克白随处跑。好，那我们需要这任务就一个人，就一个人是一直去挖绿宝石，去弄附魔台，对，因为那个书柜很重要。因为其实三个人守家就嫌太多，怎么什么那个他自己再说一次，抱歉。是因为书柜现在要用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一开始就抢得先机嘛，就是一直去挖绿宝石。OK， 好的。要有人负责，还是要有人上前去干扰吗？有，一定要有。那我去干扰好。好哦，好，那我就游击吧。好，你要隐形的吗？不行，我要吃他们家的萝卜。可以啦，可是我觉得我会死很大呢。啊，不会不会，死掉没关系，死掉没关系。干扰本来，而且你打死别人的话会加经验值。对啊。哦，说的也是啊。可是负责干扰的应该是不太可能激起来就死。那个悟星，如果你快死的话，也可以选择自杀，不要让他们拿经验值。哦，自杀。对，在旁边有悬崖都可以跳。好吧，旁边这么大的空间就是让你跳的。今天来负责送头。送头开场送头没有关系，但后面的话会扣血，但是会扣血的时候我们会提醒你。啊，等第二轮。好了，就直接按那个吧，准备吧。第二轮还不会，第二轮还不会。哦、，sorry， my phone。啊，打个白。我是最后一个按的。好，找东西呢。哦，先挖个石头。有人做那个吗？我先把食物拿走了，别跑好慢。好、哦。哟，我喝的木头，我帮哎、欸，巧克力你继续，我帮你做工作台。木头会乱喷。谢谢。哎、欸，我用金镐挖铁没问题吗？有问题，你只能够超级有问题吧？是要挖石头，然后你要做成那个石镐再挖。OK， 谢谢。哎、欸，我捡到。哦，没有，你拿去用，拿去用。对不起，我就知道帮你打的，我就知道帮你打的。哎、欸，因为我知道你现在没有挖木头。哦，要感激。现在要挖木头要用什么东西挖？用什么？斧手都可以啊，可以啊，一直都可以。可是我刚没有拿到东西、啊。木头会升回来。它会乱喷，它会乱喷。它是乱喷吗？真的。我跟你们借个铁哦，我借三块就好。OK。这边应该只要一个人挖吧？那我去挖其他资源好了。需要吗、？OK， 好，那我去挖其他资源。没问题。他们已经先把萝卜都挖走了。我们也要先。好凶哦！哎、欸，居然。我们也要先把这个拿走。留一边，他有留一边，他有留一边。
点食物啊。嗯。尽量玩 bug， 尽量玩 bug。我想发现你那个木头会乱飞，好烦哦。这个我也在想办法。哇，你还要捡木头？叫你家的木头乖乖的待在那边不要动。对啊，叫你家的木头乖乖的不要动。啊，对不起，你挖的我吸走。啊，没关系，你。哦，你吸的不止一点点了。你后面有啊，你后面有，你后面有，你后面还蛮多的。嗯，我受够了，我要去挖村民交易所的木头。我的妈！好烦哦，会乱喷。哦哦，我知道了，我知道挖法了。挖上面有木头的木头，它就直接往前面喷。哇哇，好快，好快，好快！懂。然后接下来是挖这个。嗯，那你突然没声，感觉有点恐怖。不要怕，不要怕，我来给你点噪音。喵喵喵喵喵，有比较好吗？噪音噪音，还不错吧，还不错吧，有噪音啊，不是这个噪音啊，变态的声音不是噪音啊，不一样啊。阿基，你那个感觉还没有到位啊。不要，有接近了，开始接近了，有。一二三四，我是说真的。Tommy 不要吓到 Tommy， 他刚刚往后看了我一下，抖了一下。猫咪抖抖乐，好好抖。我还是应该要穿铁装吧。嗯，好。哎，哦，你要挖那个？对，给风破上铁装。上铁装，开炸不是？有人的跑。有人去挖中间的钻石吗？我想去看一下。对，钻石，对，钻石。这还有钻石哎，刚刚可以。偷挖一下，欸，哈基，我欸，不对，哈基，你有应该有十五了，这里有一半给你，我没有，我身上很多，我身上一组多，哦，这不要给我，方向走了，中间有人去挖吗？有人去挖吗？是中间那个基岩吗？中间这边有个基岩欸，桥下面吗？没开吗？对，没开，下面是基岩，欸，我这个传送之二塔是。对，这边是这个吗？这个鸡眼吗？对啊，哦，是哦，是这样子哦。对，它是鸡眼啊，哦。好，我下去设定一下。实际测试一下，传送到二塔，结果传送到那个外侧的那一个。我想说，开始不用往上爬是吧？就不是，还是要往上爬。我开始挖绿宝石好了。哦，我知道这是什么 bug 了，这是很早之前啊，很早之前啊，啊，OK， 王姐传一下，嘟嘟嘟嘟，啊，不能把火把打掉，关机，有了吧，应该有了吧，钻石有没有？我现在离开，我现在过去看一下。我刚在挖绿宝石，我现在来看一下哦。要等四十秒，刚放完，可能还没到四十秒。刚是谁挖了？是你们挖的吗？还是对方？没有，应该是没有出来。好，我这边等等看。没啦。对，说不定刚刚他们是有人挖过。对，也是有可能。对，我都想到。我什么事还有想到？不用吧。各位，我偷了二十八个铁锭。哇，超强啊！赶快回来，赶快回来！那个钻石出来了，我看到了。估计你应该是来偷钻石的，啊。我就挖了一个洞到他们挖铁矿的地方。没关系啊，这样子也蛮赚的。啊，我要把东西放哪？我先放箱子好了。哦，我身上的东西要被偷走了，我被偷了。在哪里？他回家，我刚从桥下跑出来，我要回家了。超多人啊，三个人。他们来抢我刚刚偷走的东西吧。哦，秋风好凶哦。哦，是铁剑，我现在是贫弱小石剑。哇塞！哦，大家冲啊！我先把物资拿回家放。我现在身上有黄金和绿宝石。我先把铁锭放在中继箱。哇，他们会不会来偷？过来，屁股给我过来，屁股过来不太好吧？嘟嘟嘟嘟。
有钻石，拿到钻石，拿到钻石。有，我身上有一个，我身上有一颗。总觉得还是要去做那个斧头比较对。秋风是秋风，哎，不要硬打哦，要不然很容易爆光。在水里超慢动作的，好烦哦，超烦的。哇哦！在这边稍微挖了一点，没关系，我们有两个人，应该可以。他们一开始应该只是挖铁吗？重点挖铁，我现在已经穿好装备了。没有人挖铁，旁边找人来支援啊，而且还有斧头。哦，巧克力拿斧头啊？对啊，我要做斧头。哦，好，有人来挖。哇塞，好痛哦！巧克力拿斧头。救命！救命！巧克力好可怕哦！救命哦！你们继续，我继续弄那个。哦，有人来了，巧克力来了！我身上没装，就需要救援。看一下，巧克力到我们家。哦，他走了。退了，他退了。好，我先把东西放在……我看一下，我应该放在哪里啊？放在铁矿这个箱子里吗？我的物资都行。他死掉，会不会危险、啊？死掉啦！放最后不会危险、啊。你觉得太危险的话，就可以先放中介箱，等有需要的时候你再拿出来用。因为我想要给大家用，我不管，我都丢里面，行吧？好，是最怕有人来偷了。对，我也好害怕。我把刚刚把纸片打死。我把人去弄绿宝石吗？绿宝石有，我这边只有四个。我这边只有一颗。我把一些东西放，不要把钻石放在那边，会被偷。OK， 那放你那好了。啊，放我那边吗？我还是会拿上去啊。绿宝石不要放在这边，会被偷，真的会被偷。OK。我好歹是有看过之前巧克力他们，哇，你跟巧克力他们有用过那个挖地洞 bug 那个，我还很记还很清楚。不要生气，不要生气。那个挖地都很讨厌。其实我觉得那张真的超猛。我觉得那个刀已经太逆天了。我觉得会直接离那个直接打自己 kill， 我觉得很正常。我说真的。可是那刀是原本观众说，如果跑到那个。冒险区的话，可不可以让别人掉下一个坑？然后我就说，怎么可能会有人笨自己跳下坑啊？要先放一道门，然后拉自己走进来才会掉坑吧。然后我们就真的做了，完全对啊，一个坑在那边，谁会跳下去啊？又不是白痴。那你们要做一点修饰啊？那你们还做了？对，我们当时还说，你飞来了，你飞来了，先让他进去一次，先让他进去一次。哦，好，他熟悉路线，我们开始挖。中间有没有人在挖吗？什么东西？中间有人在挖吗？我中间我不在。我。OK， 我在绿宝石这边。阶段哦，交易所开放。等等，我还要再做一把铁剑，因为我刚刚有附到燃烧。哇，还蛮快的，超赞。不要被抢走就好。我会喷装吗？我忘记问了。会喷装。对啊，我刚刚打死纸片了，当然会喷装。我在搞什么？哇 ，OK 吗？为什么这个东西粒子效果全开啊？我们的核心很像是那种……对啊，正在运行的很猛，圈这样不会累个？会累个吗？好像还好。我是怕会累个。还不会，还没到累个的。有LEGO的话会讲，有人来了，他们想来送装啊！忘记先做盾牌，有需要我给你一点木头吗？我在旁边稍微挖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好，没有问题。干什么东西？你干什么东西？你干什么东西？你干什么东西？打我们家的人？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哦，好痛哦！完全超激动啊你！啊！居然在哪里？正中间啊！我给你拿斧头，超痛啊！
巧克力拿斧头的话，就算举盾也没有用哦，真的会破盾。哦，巧克力拔起哦！帮我，帮我，帮我！哦，他听不到。而且这样，我们这样，我们家里用成这个样子，其实可以算在某一种程度可以防隐形呢。对啊。可是你要确保他不会从旁边跑过，从旁边偷偷挖跳过来。那真的就是另一个比较麻烦的点了。没有人要把中间没人去占领中间。中间我在这边，然后钻石矿在这边呢。可是我原本的书柜还在，怎么可能？原本书柜在哪边？不知道，我去检查一下。有人有铁镐吗？我没有钻石镐。嗯，我有铁镐。你去箱子里面应该有啊。空了吧？那个之前矿坑箱子里面的时候，我是有看到。矿坑这边，我在挖铁矿，需要吗？铁矿那个地方应该还有铁镐，因为我之前打死人的时候也有掉。啊，我先去吸个经验。有还有，对。我想起来去吸个经验。周峰那边的，他们那边的书柜也在啊？我不知道哎。变杀人了！你要问那个要问了。你刚刚说叶问吗？叶问杀人啊！我说纸片杀人、哦、超人杀人啊、嗯！他怎么下去了？是我错觉吗？我一直看到我们的那个……哦，现在旁边这个东西会自己在从那个刷新哦，难怪我一直把他的地板门打开之后，他会自己关回去。嗯。哦、防弹水鬼战术，水鬼战术。他自己躲在水里吗？水鬼，当个水鬼。我刚刚吸引秋风的注意，然后他就被打。我目前没有想过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没看人。因为他们在中间抢钻石矿吧？只是专门抢钻石矿吗？只是想抢钻石还好啊，如果在做其他事情的话，就要提防。啊，那就先来一直挖一点红石啊什么的。哦，他断了，他断了，哦。哇，巧克力拿工匠啦。拿去换工啊。啊，所以那个书柜还在吗？我们有书柜吗？书柜没有换。他们应该是没有用了，他们也没。没有，他那个应该只是一般的。般我们铁是还在箱子里面有人拿走了吗？还是说是有地有书柜哦？看一下，我身上应该有，我身上有铁，有22个。我放在箱子里哦。哎，各位好。好。我拿一半哦，我拿一半在我身上。好好 OK， 都拿都拿。哎、欸。安安。因为我们这都好像浓木起来了。不要难过、啊。浓木有在浓吗？浓木 OK 吗？有、啊。我在家里守着、啊。有在浓哦。装备有在慢慢弄啊，我已经弄起来了、啊，我都已经附过基础的膜了、啊。哇，这么猛！附基础啊，一些保护啊，然后防弹啊什么、哦，这很基本的。吓死我了！难道我要跑到中间去跟他们打吗？我看到一只巧克力了。巧克力在哪里？他来我们家啦！哦，居然！他知道我有燃烧剑了。所以他想来干你吗？没有，他跑掉了，他被我燃烧死，他怕被燃烧死。哦，有吓阻作用，还不错。啊，有弓箭声，小心哦！就是我，悟星被打死了。悟星好可怜哦，悟星被砍掉、哦。吸引他的注意啊！好啦，还不错、啊，因为我达到你的效果。来，跑到旁边。哎呦，我好怕杀，这个会杀自己人的吗？不会不会 ，OK。小林刚被打退，没事。可是其实打退没有用哎、欸，而且他刚刚本来是要吸经验，不过被我吸走了。我先吸完了，然后他又跑过去吸。哦，怎么会？哎呦，哈基，good，good。哦，哇，居然还带一次，超猛。我都忘记怎么玩啦、啊、这个游戏。你不是作者吗？你不是作者吗？对啊。你不是作者吗？
对啊，我其实是站着。哇，他们全部都附魔装哎，好恶心哦。那是因为附魔基本的根本就不需要多少东西啊。哦，这种是不是应该也要附一下？你就是附个基本的东西就可以了。光杀人哎，他们。他们应该想要靠杀人赚经验，可是应该用处不大，感觉上。怎样才可以换到书本啊？只能弄书柜吗？三个绿宝石换一个书本，我不是说书柜，我不是说书柜，我是说书本。书本哦，嗯，感觉好像就只能我记得我是一个绿宝石一个书啊。哦，一啊是哦，对，哎，可以吧？这我改。不要不要给我力数，音数。哎呦！哦，吓死我了！阿基超猛啊！巧克力看到我了，看到我后面变态。哎，不是第一次了。你刚刚玩这么多次，你。哇！他们应该目前是想要专心弄起来之后，在后期直接把我们打爆这样。嗯，目前很有可能是他那个、啊、对那个巧克力他们。我想要先去换个牛排什么的。跳跳。好哦，吃饱饱。没有，因为牛排的话比较好回啊，那打会比较方便。高，牛排超好吃，一次不适格。有点难玩的，喊了，我也会有点恶心。你一手造就出来的游戏，怪物，真的应该nerf巧克力才对。那你干脆禁止他来玩算了。我继续成长 ing， 你们加油。好哦，里面等在，但是真的没有人，目前应该是真的不会有人。哇，你有在吸经验，那很好。哎呦，嗯，有人在守家、啊，开始会有人守家，那很正常，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你们会攻击过去了，所以你现在比较好的话，应该是要。对，那有人下水了，有人下水了，小心哦。下水道，有人下水了，就在桥下。所以他们是过来的意思吗？水冲溺毙！哇，居然是溺死的！哦，弓箭，我不是很会用弓箭啊。事实上，我本来就不是很会 PVP 什么的。哎、欸、哎、欸，哇，他是超猛，他是超猛，又。等等哦，六百秒之后开始是有任务，对不对？对。哇、wow ！任务。击杀敌军，天使归零。还有、哎、小心哦，小心哦。你们等级很高吗？我是24等。我都五等。我有16等。耶尔，这真是不敢冲、啊。你要小心哦，因为可能巧克力会用弓箭。耶尔，这怎么冲啊？这怎么叠尸啊？哎。那你就撑到哎、欸，旁边还会写版本 4.0 的，刚刚才看到，好精致。我没有吸到他们的绿宝石，真可惜。吸到他们的绿宝石，哇！我刚刚把玛丽给砍死了。哎、欸，可是你砍死了，可是没有，我没有吸到啦，因为我刚刚马上跑了。不是、啊、你砍死，照理说应该哦，你可能是在那之前先砍死了吧？欸、真的哎、欸，这个交易所这边就有书柜啊。搞屁哦！交易所那边有书柜，你说交易所那地方就有书柜啊？就是那个原本放在旁边的书柜啊？哎、欸，可以哎、欸，哎、欸，可以拆哦。那里有几个？那里有几个？就是你平常放的数量、啊，大概弓箭手，我全部打掉看好了。好、哦，你看一下全部几？三四，那应该算 bug 了。那个地图上来来巧克力来喽。好，八九十，巧克力要杀人喽。十二十三，
15、16、17、17个书柜啊！天哪，那已经超过了。好，这个剩 bug， 这个 bug 到时候把它修掉。bug 了吧？给我更多木头，不用，我自己挖就好了。挖就好了，反正无限。对啊，耶、yeah, ！趁他们还没有发现，快！观众不能讲，虽然我觉得还是会有人讲。他们应该是知道了啦，我觉得。所以他们才有那么强父母吗？六、欸、巧克力。欸啊，好痛哦！两边喽。嗯，什么东西？哎、欸，哦，哇，没有了，没有等级了。哇、哦，巧克力霸气耶！物质超饿啊！他的铲子又快坏掉了、哦。为什么矿区？我们有人要挖铁的吗？我们矿区没人吗？我完全没人了。哦、yeah. ，后期惨了。这我今天把我等一下建筑完之后我去挖铁。哎、欸，等一下不对啊，这样子的话，我书这样子根本没法放上去啊，不是吗？要那个书柜，要书柜点那个告示牌、啊，你把书。你把书三个做成书柜，然后再放进去。刚没有告示牌啊，写说放在书柜。已经九个了，瞬间就九个。只要十二个书柜吧，我印象中。对啊。书柜，看我的书柜洗刷大法。对面应该是，他讲哈三会，风波怎么会弄那么多？然后接下来就会讲八七哦，对我就要先打八七。那下面做地道，有人在挖钻石。哇，我说十等啊，是福罗斯，好。啊，对，好用这个搞，没有那个。不是吧？现在我印象中改版之后，只要十二个书柜就可以了，就满了。十五个吧，不是吗？十五个吗？要十五个吗？对啊，减三十变会变哇！等我减三十五个啊，又来又是这样哦，还好还有击杀敌军之后不是？还好对。好了，开始农庄了，气死！农庄中，你有什么好气死的？我自己去检查一下。你真是气死，用个怪怪的、啊。对啊，这样点错。欸、真的、欸，真的是要，是哦，要这么多，好吧，再去挖一下。失策。哇，马牛天眼兵啊！天眼兵都出来了，哇塞！超快。马尼一定农很久了，我也农很久啊。农木头，不要农木头，居然！哇，他的效率高，那一定效率高。OK， 有装备，有装备，不用再弄了，有装备了。我去矿坑给你们。你说有装备了，这边有装备，这边有。你这样应该吸到了，应该可以让你赶快用。哦，哎，我是想要先弄好一套之后，我要放仓库，然后接下来要弄隐形战术。我会有那个下课钟声啊？不对，哦，下课钟是我的那个啦，我的背景。哦我还想说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有下课的钟声？哦，现在有那个兵不能潜过去。哎、欸，这样子啊！我刚刚在弄的时候，哎、欸，是哈基，你有吸走了一部分的书吧？我现在这样只有14个。哦，这里有八个。你在哪里？我这书柜吗？你就丢，我在这边啊。你在家里吗？家里。在核心吗？核心对，一楼。OK， 好，那我丢给你。嘿。耶。哦 ，Sorry。OK。
试图下被粉浆已经这哎、欸、这什么东西？哦，被荆棘，那是荆棘。哇塞，连荆棘都出来了，恶心死了。那个应该是刷出来的。Hello。他没有放书柜哦。他们真的是在玩运气的。看一下好了。对，没有叫吗？我先去挖个青金石。这红色啊，他们洞里面的啊、哦，对面我没清掉，难怪啊。对方什么没清掉？你说他们一开始就有附魔台？洞里面的那个附魔台，洞里面那个洞的附魔台我没清掉，他们的。阿基太蠢了。没关系，这样子我们算扯平了。矿物加倍六十秒，六十秒，快挖矿，快挖矿。好，快挖青金石。不对，你们应该是赶快挖绿宝石，小心啊，绿宝石可能会有人攻击哦。有人来绿宝石了，我看一下，我现在来挖。哦，居然！我一次掉五个哦，我好像设定有点多、哦。会不会偷袭呀、啊？你这样子的话，我们有可能会被他那个、哦，而且旁边应该需要一点秒数什么的。对，加秒数还不错。旁边加一个秒数设置，这样子至少跟你讲说还有剩几秒，要不然应该会有个状态设置什么的。好多、哦、这样子，这样随便挖一挖，红石跟青金石、哦。我被打，我被巧克力打了。他过来了吗？手那个绿宝石，我绿宝石全喷了。哈！哇！我绿宝石全部喷掉，全部喷掉，全部喷掉。哇！打回来，打回来。有吗？有吗？有。不行，这样子。烧，打他，打他，还没。不知道怎么给他打，他不是很痛啊。他们血满了，哎呦，真是糟糕啊！啊，糟糕！啊，没了，加倍没了。蜘蛛来家里，蜘蛛来家里了。蜘蛛，看到蜘蛛了，揍他！哎呦，按错。哎呀，不得。喷牛排、欸，我刚默默看到一个门开起来，就说：“哎、欸，不对，怎么没有人、啊？”吓一跳，赶快跑走。差点被打死。哇，两组体。哎，我要来加倍矿物，不是加两倍，是加很多倍。没有说两倍，很多倍。你是说美将、啊？可是变成说，我们现在要赢的话，可能要打速攻。对，分开守卫，要打速攻，要不然巧克力的攻会很痛。因为巧克力身上应该是有荆棘效果的那个护甲，所以我刚打他的时候好像还有被反伤的感觉。对对对，你们要记得关门哦，这样我才看到隐形人。我会关的、啊，我把一些红石什么的放在这边，很多红石。感觉哈希这次改版之后，好像又会出现一点累格的状况。累格状况吗？跑步累格。那个是因为追击本身就会就有了，追击本来就会引起、啊嗯。发亮的时候就会有吧？哦，发亮的时候会这样。嗯、了解。对，我现在会发光。对哦。啊！在讲什么东西？啊、看到有人来了，有人来了。背后我会发光。我忘记我会发光了，谁啊？他一张就好像灯笼云觉得，哎、欸，我要怎么吃东西一样的感觉。该不会哈基刚才是发光的时候喝药水吧？不是对，不是对，欸哦、是卡烧。可恶，被他逃走。不，哦，哎、欸，哎、欸，哦，哦，哦，可恶。被他逃走了。弓吗？有弓吗？弓没有。你去矿坑，你去矿坑那边，我有挖很多东西出来。对，箱子里有那个，紅对，红石一大堆。矿坑，你是哪边矿坑？铁矿坑。铁这边。铁矿坑是算比较安全的。哦。好，太巴西，太巴西。我有矿物加倍，矿物加倍，快快挖矿，快挖红石！绿宝石，红石也需要。
王红石还比较安心。小心他们，我觉得他们啊，有人要保护一下巧克白吗？巧克白很危险。没有没有，我现在在那个铁矿这边。哦，好。对，地堡身边比较需要保护。我现在没有铁镐，没办法。没人去挖地堡石啊！地堡石，我们这边没人去啊，浪费了。因为不够安全。哦，巧克力守在那边，他在射那个。哪？啊、去哪边？我在挖红石。有人来，有人来！巧克力有，哦，太痛了吧！哎，那是我。哎，他打我好痛哦！其实打算一开始这个就是 bug， 不是我说的 bug 是指他们一开始就有东西可以用。啊？一开始他们就有附魔台可以用。哦，真的哦！他们一开始就有那个书柜跟附魔台。哦。嗯，气死人了！在溜巧克力，刚溜了好久，说，嗯，气死人了，气死人了！你说气死人吗？我会被打死，我会被打死，我会被打死，我被打死了啦！在哪里？在哪里？在河中，他们刚刚全部围殴我。哇，没东西、有斧头看，哎，回来一个啦，要钻石，骷髅阵营出现，骷髅阵营出现，啊，刚那个在山上的是要一起冲过去吗？我想冲啊，山上是谁？山上是谁？我，没装备了吗？没有。我觉得直接冲吧，冲吧，直接去把那个天眼兵干掉，双方两面同时做过去吧。就不信两个人冲过去，被直接射死啊！直接射死啊！被射死啊！我会被直接巧克力射死啊！我们要有弓箭才把人。对，我也觉得要，我觉得应该我觉得一开始让他们就有那个有书柜跟那个附魔台这样子的组合太过头。天眼兵，拜拜！快下去打，快下去打！轰隆！丢丢丢丢丢！咦！不行啊！不行，这样真的不行啊！因为我很肯定，就算他们有什么优势，一定会拿来用，这很明显。我这个装备啊，嗯，附魔大师，哎，吓死我了！哦，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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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可以啦，现在没有那个哦。回家，回家。OK， 一回家。快！最基本的不能让他们拿到。十五等超猛的，马上附魔。哦。太少了。啊，对了，嗯，有没有青金石啊？青金石，我身上有八个，在矿坑应该有。好，我去拿一下。OK， 吓到我了，悟星吗？需要青金石吗？我不是，我哈记。OK， 就拿到了，拿到了。哎呦，先挖自己家的那个绿宝石。好像有人来喽。是啊。有吗？又来，
有人来了。我觉得哈基，你以后直接禁掉巧克力好了。他会因为我跟悟星，我们这边很多人其实不热衷 PVP。哦。等等，龙一这个很强哎、欸。巧克力很爱玩这个、啊。PVP 的。对啊。对啊，所以可能以后这一类型我都不想参与。原本玩家比较嗜血。哦，还 OK 吗？巧克力去了，巧克力去了，巧克力去了。家门口了。等一下，我做个盾牌。Hello， 我觉得他们家里而已，你把我射死有什么用？啊，这个弓我可以把它洗掉啊，这个不行，好，我洗掉好了。附魔。我把刚刚死掉了，不要理他。前一个死掉那个人，还是那个人是我？哎、欸，把装备也拿回来。哈基你身上有青金石吗？我身上有两把弓啊！天哪，欸、没有哎、欸，我刚丢出去、啊。没关系，我 OK， 我来。我没有、欸、没有，不要，帮你们取盾，你们射，换物六十秒，六十加倍六十秒，六十秒。哎、欸，我居然、欸、我们隐形的。OK， 有人救。哦，用弓箭射啊！因为其实会讲巧克力近战，不是说是，不是说、欸、巧克力不是说、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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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对他怎么样，是，哎，那个交易所的小心，交易所的小心，巧克力在哦。遇到巧克力没差啦，就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这样子大家就只要靠巧克力就会赢。我死了，不是，我一直说开心玩就好了，不用在意输赢、啊。你确定这样子大家会有开心的感觉吗？是啊，我偷的很开心啊。我们不一定一定要是赢的方式来获得开心，對對對對，可以玩两种方式啊。像汪汪找 bug 也很开心啊。目前没有 bug 可以让他找。哇塞！目前他们这样子只要这样跑来跑去就会赢了。哇、啊哦，好多泥土。喂，其实这样子真的不用玩，这样真的是可以不用玩。他们都有附魔哎、欸，那就叠尸吧，叠尸战术。我都忘记这个可以直接按那个，哇，按砍不痛，砍不痛，按东西直接到二塔。哎、欸，等等，你们先去打一下。打到了，出现了。哦，这样子是我们先把那个干掉，死了之后直接来打他们。纸片死啊！有纸片死了，捡他装备。不要让秋风有机会退，退了之后他们又可以回去农庄了。秋风打不痛啊。还有人。哦。哦，来居然。因为其实没关系，932。不想让巧克力参与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大家只要看巧克力就会赢，这样其实巧克力会是最大的 bug， 你应该修掉它。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乱说什么的，这个游戏重点不是赢啊，重点不是赢，可是你会看到巧克力的观众这样子。没关系啊，我们上去吧。嗯，没差了。下去，反正到时候那个辛苦的不是我。那个书柜是 bug， 全部上来了，是 bug 啊！书柜是 bug， 书柜是 bug。你知道我也是用交易所的 bug， 我才拿到那么多书柜的。真的，他们那边这里那个洞都没挖掉，那个洞。对啊，我们进去就一堆书柜，书柜这么贵，好爽啊！我干嘛花？又是用 bug 的。哎、欸，那个是那个没有去掉的人。还有你问我跟你我问一下你那个64个换到那个到底怎么出来？又挖到金吗？你给我看一下金团队要干嘛、啊？一点用处都没有用啊！有啊，他打得很痛哎、欸，而且会凋零哎、欸。有凋零啊，可是他都不会打你啊！你过去没他没有要打你的意思啊！那你问问你自己，你自己轻轻松松凭什么打掉我们天眼兵？对啊，没有要理你哎、欸。凭什么？对啊，不是啊，凭什么？我自己一个人龟在那个矿坑里面玩一个小时，矮人矿坑，不是，所以我们才会赢啊！所以我们才会赢啊！
64个绿宝石连一个空中的他都解决不了，卡卡超废，超废的那种，解决不了一个空装是超废、啊。可是没有，要他来干嘛、啊他可以探隐形。哦，但是他动作，可是他摸不到也没有用啊。对啊，他动作很慢呢、欸。哎、欸，他跑步很快、欸，他跑步很快、欸。对啊，啊，这打不死你啊，一滴都没打中。那个超慢的，你还有我那边挖了64个，64个，我还不如去清你们装备清两次。你说当，你说当矿工很辛苦吗？还是你们觉得说那个要多少钱？他自己改多少？不然就这样子，不然可能就是两改了那个之类的凋零兵啊，跑速改的跟一般玩家一样快，然后是他是已经快了。可是我觉得如果换两只三只可能会有保障。可是换两只三只，对，太多了啦。可是那个打的什么？你们去看啊，我先召唤出来，你们去看一下。那个他这个换成那个凋零，加个抗击退效果会比较有危险性。他完全一点用处都没有啊！对啊，因为凋零我不晓得召唤出来会被击退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放着没关系。哎呦呦，看要不要换？把它召唤出来啊！在哪里？他在哪里？召唤出来了吗？2、3、4。嗯，在哪里啊？在我们家，我们家。他们在下面了，他们在下面。哎、欸，你们在下面，你们自己玩哦。要怎么下去啊？我没有路可以下去、啊。你看他进这么多只，一点用处都没有，你还是这样跑啊？有啊，他还是会，他会探隐形啊。我们在看他自己在那边跑有没有？你还是可以绕过来。哎、欸，基本上你可以下去啊。对，基本上你看他这样追你，你完全可以上二楼。你上二楼，可是我们不是没有权限吗？对，我们可以，对啊，我们没有权限。我也是没有权限啊，我又，哎呦。我觉得枯工都比较厉害、欸。你看，你还是上得去啊，烂透了。还有64颗，比较厉害哎、欸。就是你在中间射的那一堆枯工比较厉害哎、欸。对啊。还是打得死吗？累死了。不特别打他根本没用啊。还是不会有人去打他啊？该怎么？你们觉得比较好？哎、欸，我捡到钻石。哎、欸，你可不可以帮我换成那个什么在场中央的那个枯工啊？哦、对，放枯工比较好哎、欸，有人就可以射你。好多了吧？那个场中央的枯工强多了。那样子的话，你是要对方完全进不来哦。我两只，可是花了64颗哎。一只枯工不是没 OK 啦，你这样那种枯工在家里面，不是一只还 OK 啦，一只还 OK。通常进来的那个人是用隐形的吧？你知道隐形战法完全失效。哎、欸，你知道还是说，不然我把它攻击调高一点，调痛一点。还是说拔掉了啦，没有用啊。天眼兵要50，作用这么的庞大，你那个64一点屁用都没有。还是拔掉好了啦，不用啦，不需要啦。对啊，你花超级危险呢、欸。你花了我的光阴跟64颗绿宝石，让我们买吉祥物。这个就是测试版哦，你们真的错。拔掉了。听我的，不要了，拔掉了。把你挖的多没有，好惨哦！调就是那个攻击力高一点，或者是说枯工嘛，对不对？反正枯工啦，枯工啦，你一定要吗？为什么要告诉我？就是一个合资的东西，因为什么啊？因为好不容易研究出来怎么让怪物跟玩家同队了，让我用一下。你要想到一个，你只是为了满足你的技术。然后那个是因为那个先前我们这边有人那边建议的啦。说的好像、啊、说的好像那个、要计算这个很简单一样，抗击退还有跟玩家跑出一样就非常威武了，然后再加一个索尼范围包。你以为要做出一个，你以为要设计一个同队的怪物跟放随便地上放一个方块这么简单呢？嗯、啊，我觉得那个有这个是蛮屌的啊，可是作用是没有想象中这么大、啊。没有啦，就是因为不够强大嘛，强大就好用了，真的啦。他给我把它调强。可是你调一件事情，你看天眼兵是50个绿宝石，它持续存在，那个效用是很大的。它64个绿宝石，它持续存在的话，应该要能够非常克制敌人。就他的效果这么的强大才有办法。这是测试版哦、嗯，你们真的是哦。你完全忘记前提了，知道？他会追着玩家跑，那玩家把他带到一个地方之后，然后跑掉了，他就不会再走回中心那个守点了，知不知道？你还要让他跟狗一样会回来吗？对他就是会被溜走啊，溜到一个遥远的角落之后，64颗就闲置在那了。你在里面的光阴岁月就这样子被浪费了，又不是你的光阴岁月被浪费，要闲也是玛尼闲吧？你闲个毛啊！玛尼很闲啊，玛尼已经闲很久了。
我是很闲啊，我闲到我只死两次，然后没有攻击也没有。我说的闲是指说闲物的闲，我不是指那个很闲的闲。我那个真的是很闲的。你要闲物这个功能，好歹也是马尼吧？为什么是巧克力在闲这个功能呢、啊？有没有想过那个塔如果有一个炮台的话，会多威猛？炮台哦，我说的炮台不是箍弓，我说的是深海守卫卡在那边，像一个固守炮一样。等一下，桥中间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是怎样？好恶心哦！我要跳舞台哦。我觉得那个64颗那一个会被溜走，所以作用它不会真的会被溜走啊。这个是前提在，是因为是你们造出来的情况下，如果是对方造出来，你们溜走，你们会觉得很爽。所以不行啊，要我们来没有办法的嘞。原来对，原来要站在一个平衡性上面啊，这样子六十个背包， no~、这样子真的会很。这什么东西啊？我们完全为了要测试这个，没有去用其他的、欸，我们就说挖64颗就是要为了要召唤、這個，就是要为了这个。那敏感，所以我们完全就是想要测试这个的。改成不会被溜走，就是等于是不会动，然后类似炮台的感觉这样子。对，哈基记得把那个他们那边的，就把一个那个深海守卫卡在城堡上面，然后有人一走过来就先射他一下。哎、欸，我觉得这个装备好像也不错哎、欸，你看打到就飘起来了。哎、欸，对，放这其实可以哎、欸，剑符飞牌有没有？然后可能要多一点啊。剑符飞有够像炮塔的，可是没有哎，可以哎、欸。放在地上，哎、欸，直接飘起来。我觉得这个还要再测试，毕竟我们是来试玩的。而且这有可能也会打到队友吧？那没有啊，只要他去桥了之后，他就不会打队友。对啊，都可以同，他就不会打队友，还不错 啊。所以你们现在要求他去桥就是了。他自己很厉害啊。没有啦，他可以弄就可以弄、啊。听懂。然后我们他现在不想发表任何意见，被你们怒了，超级被生气。你也是同样在那一队的吗？他激怒了，我是当事人之一啊。我说这是测试版哦，你们能懂不懂？没有，你测试没？测试完以后就是要开始闲没？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没有那么多人想要来做地图。测试完就开始狂闲，有没有？就像补尸一样，补血都被人家骂这样子。没有没有，坦才会补血。哎，好恶心哦，好恶心哦，坦才会。对，那自卑都是非常的有爱的。你就远离他，谁叫你站在中间的？谁叫你站在中间的？我刚才看的时候，我们的墙壁有点不太一样，哎，那个是什么问题吗？墙壁不太一样，哪边的墙壁？好恶心哦。我们的墙壁啊，我不晓得是我们自己人挖的还是怎样。墙壁，这是你们自己人挖掉的吗？这一定是你们自己人挖掉的啦。墙壁哦，这一定是有人挖的啦，这不可能是我挖的。看一下哪边的墙壁，不要把所有事情都交给哈基。哎，可是这边，对啊，我刚才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墙怎么了？我偷看一下，这里哦。哎、欸，没有，一开始是正常的。啊、我看一下，那个无限木头那个乱喷，好讨厌、啊。还有巧克力，那个巧克力回来，你回来，真的误解，巧克力回来。你知道吗？你们那边有玩好有直接有一个附魔台跟书柜，我要在这边挖，就一样的意思啊。你别花时间那边呢、啊，都要弄掉、啊。我这里的、哦，对，我是挖这边呢、啊。哎、欸，要不你的哦，还有这边这还留着哎、欸，无限木头不是你当初没有设无限木头，不是因为要种树吗？对啊，因为树可能会用完。无限木头的重生树可以慢一点点、啊。种树 bug， 你为了要防止种树 bug， 种树 bug 是什么啊？我不懂。種就是他在那个阵营塔附近那边盖一圈，人家谁在那边盖这个东西啊？你是要我念巴鲁斯吗？而且他也挖不掉这样子。他进那个木头重生树可以不要，就要绿化建筑，慢一点点就好了，因为它会跑出来。點點对，因为它会乱喷。种树 bug 就是这样啊，然后那边乱喷啊。可是你挖矿的时候绿宝石也是乱喷，你还不是捡得很高兴？哦，它起码是一颗绿宝石在矿坑里面，这个没有在矿坑里面呢。可是至少它是在你的四周喷啊，顶多是被旁边的人给吸走了。没有，这是小地方可以改了，看要改而已。所以你得说要创造另外一个矿坑，上面写木头矿坑这样子吗？里面都是木头。不是，因为这个挖的时候，你可能在这边挖的时候，它会喷到另外一边，你完全不知道它喷到哪里。可是就是你在这边挖，它会喷到另外一边。其他矿是还好啊，木头感觉比较严重。我觉得还好、欸，其他矿你起码喷的时候，它还会在那一个空间里面。可是它在这个范围里面而已、啊。我觉得哈基，要不要把这个木头你挖掉，就直接变成身上拿四个那个
木头哦，木材吗？这个设定也不错哎、欸啊。不要再讲木头了，木头跟木材差很多。可以耶，对耶，差你够。因为我知道你的那个指令的方式啊，我觉得这样子要不要就 OK？ 这样子你的木就是拿来用木材的、啊。真的，以后如果哦，原来这就是树木 bug 哦，这样就没有重生的问题。不想要拿一个王八蛋试出来的，哎、欸，不好意思啊，哎，你们真的可以去提 bug 哎、欸啊，那个矿物加令的钻石好像没有加到，对，钻石没有用，其他都有用，钻石也有用。你是要我们玩什么？钻石是正常的吗？我所以是正常的吗？没有问，是问是不是正常而已啦。就问啊，对啊，正常来说应该是也要加倍，对不对？那就是对啊，没有啊，问你啊，看你设定怎么样啊，不加倍也可以啊。如果你钻石都加倍的话，其他所有都有加，那钻石没加会有误会。没有，因为有太多方式取得钻石了。如果连钻石矿都是加倍的方式，那就看合不合理了。只要那个对够强势的话，他可以一直站在那个点。如果没有要加倍，就要说明一下啦。OK， 说明书 OK 的，好、哦，这个 OK。看你们怎么想啊！看你怎么想、啊。我们其实抵了超多 bug 哎、欸，还不错哎、欸。还有一个啊，就是那个缓速90秒啊。如果你在那途中杀人的话，就会被盖过去了。哦是哦、欸，是啊。哎呦，對哎呦，要杀一下哦，哎、连续杀人哦。哎呦，不错、哦。所以你的意思说，如果改天木头被再增加90秒，还是洗掉变90秒，还是不增加？没有，就是变成缓速5秒啊，因为杀人是缓5秒而已啊。哦，那、啊、我不知道这算不算 bug 啊，哦、因为你、哦、被重启掉嘛，对不对？对，这个好严重的问题，这好难解。这个、看听起来就很难解。嗯，可是我觉得也要杀到人啊。对啊，可能算是合理的，只是提出来一下而已。看要不要那个啊？看要不要抵而已。他自己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被接受。嗯，把弓箭设置成。可以开关式的，变成白刃战。开关式的、啊，就变成说选择白刃战。哦，就是能不能禁用弓箭这样子？如果变，我说这个是可选选项，我不是完全禁掉，看要不要加这个选项。就是说一开始书本就选白刃战，是不是？就是看可不可以一开始你在书本里对选择白刃战这样子，这样会不会有更有趣？因为这个其实没有弓箭也是可以继续玩的类型。将红石矿区完全就是不知道用了，对哦。红石矿应该还是有东西可以，嗯，那就是没有哎、欸，他就是换剑。那你就把那个弓箭，你就把其他为什么那个地方一直有红色旗帜跟绿色旗帜？你到底在玩什么？难怪会累个。你就把交易所里面那个用其他东西交换的东西，也变成说红石也可以交易啊，只是量会比较多啊，变成一个量化单位。看他几啊？这只是一个建议啊，因为我考虑看看啦，考虑看看，因为这只是。可选，这不是说非得。那还有什么要提出来的吗？我们也玩到38分了，你们还有什么要提出来的吗？没有，你也做过。把交易所的把交易所的那个木柜、那个书柜也去掉。柜嘛，还有那个是。我已经反数。我已经开始在制作温泉了。你们还有提到什么 bug 吗？要讲一下吗？好骚哦。你知道吗？我现在开始觉得，村民阵营看起来比较像人间炼狱哎！天哪，蛮有趣的事件，你自己看，看不到了啊！你说村民那个吗？然后我补一个，那个我看文字讯息啊，特殊事件出现之后，他会马上补一个任务结束哎，那应该是错，那正常，那正常哦，那正常哦，像是那个骷髅弓箭手出现的时候，那就是他瞬间出现就结束了，那正常，那正常，我搞错了。那个有些立即性的就会直接结束了啊，像是那个杀死敌方阵营的那个人的话，那个就是持续性的，你要等到杀死人才会结束。那个什么，我有一个遇到一个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算 bug， 还是只能算我自己犯蠢，就是犯蠢，我犯蠢，也是犯蠢。讲完了，好可怜哦，好可怜，让他讲啊。就是我在交易那个用黄金交易绿宝石的时候。
我剩下七颗，忘记先从选单拿下来，然后直接关掉选单，它喷出去，喷到村民脚下，我就拿不回来。哦，对，那应该也是。之前有跟他去讲，剩不了。还有那个，我们换错了，绿宝石换成金矿之后，不是、啊、铁锭换成金矿，能不能再换？是什么要求？这是怎么换的啊？不能退货，不能白目换错嘛？没有了，我刚才我们队伍同样也有人犯这种蠢，我们就是那个是你自己本身的问题吧？可是你想想，这个铁可以换成金，金却换不了铁。对啊，就像你钱可以换商品没有办法再换成钱了啊，也是有道理。突然觉得还是还好，好像有道理，突然觉得有道理。可是贩卖机也没有办法把你的零钱直接换成那个。突然觉得很合理，好吧？不退货，所以我那个对啊，售出不退货。但是好，100块可以换2枚50块，2枚50就换不了100块，这是卖块，你不要当现实。概念，这边你在烧啊，你在玩可是它不是钱，它是金哦，都是啊。那所以我们那个很重哦，我那个应该不能算是犯蠢吧？是的，算是 bug 了，类似 bug， 没有没有，我没有算是 bug 了。因为换东西丢出去，其实你只是想要表明你没有犯蠢，正常是不会被吸走了。玩了几年了，都一定会的。哎，我突然觉得你要拿出来的吗？没有啊，因为你就像你做东西做到一半，然后可能还有材料留在上面，你也很容易直接 EXE 关掉啊。对啊，对啊，会啊，我也明明是村民阵营赢了，为什么我觉得村民阵营的情况比较惨烈啊？因为我们是在 bug， 我们摸的比较 bug， 我们是 bug 阵营啊。你确定这是 bug 吗？这确定不是一堆那边练？我们是来测 bug 的，测 bug 都很友善啊。可是你平常在玩的时候，感觉也是在测 bug。什么东西哦？我好像一共挖了5组的绿宝石。哦，超级飞哥啦，实在玩 TNT 啊！我是老所以你们想到的是5打5不是最合适的，是不是？对，之前是6是不是？对，说吧，人太多了嘛。之后那个啊。有想要办比赛啊？对啊，就会拿这张地图来办比赛。Oh, 菜渣跟鱼竿，之前是那个夺旗战，这次要用那个歼灭工程战。可是我觉得歼灭的生存比较没这么重。对，对，你打架那个边界夺旗的生存比较重一点。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分析过，就是边境夺旗嘛，这个因为其实说生存很重要没错，可是它运气也占了很大的部分。所以有人运气好，他那场就很容易就赢了。那真的工战的话，就等于说有人运气好就可以全靠火焰跑到树叶上了。运气不好就一个钻石都没有，秋风没有关系，不要再讲了，好不好？我都已经忘记了，你又让我想起来，不好，你来攻击我呀！我要再见了，大家再见，以后再见，拜拜。哎，回来了，回来了，他自己就是不会说。在等你做麦块版的 OW 啊。